各位网友大家好，由关键评论网为您推出的网络上的直播节目，是这个沈春华关键秀。今天的这位关键人物呢，可以说是备受期待啊。那么自从我们宣布要这个专访他以来呢，那么网络上我们的平台上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网友的这个提问了。事实上，从他入阁的第一天开始呢，他就备受瞩目。除了他自己呢创下了很多我们实在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一些记录之外呢，那么他是第一位的最年轻的数位科技立委。那么这个政委啊，那么同时呢因为他的表现非常的这个优异，再加上他自称他是一位跨性别者，所以呢他的一言一行呢也是备受瞩目的。我认为呢，他除了是非常高的 IQ 之外，他的 EQ 也很高，让我非常的赞叹。因为面对的广大网友的各种提问，甚至有一些呢是比较非善意的一些评论，我觉得他都可以非常处之泰然的轻松以对。我认为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这个数位科技政委唐凤先生、唐凤女士，都可以，两个都可以。嘿，大家好。你好。所以你这一开始，你看你就让我吃到螺丝了。我到底应该称呼你这个唐先生呢，还是唐女士？其实称呼我唐凤就可以了。唐凤就好了。但是我是数位政委，科技政委呢是吴振中老师。OK， 好，你是数位政委哈。事实上呢，就是说有很多的网友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位数位政委呢，可以说呢是期待非常高的哈。最主要是你从小的时候呢，表现就非常的优秀，你是非常聪明的。所以你从小的时候呢，你八岁就会开始写电脑的程式嘛，这对于我们一般的小朋友来讲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你要不要说一说？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你这个走马上任呢，已经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了。你怎么样说自己的成绩单？你具体的做了些什么？可不可以跟网友大家来这个报告一下？当然，其实在这年头啊，八岁的小孩学程式设计其实是还蛮常见的啊。事实上，在你那个时代就难了。12年国教课纲，其实在这里面已经有很大的空间。是，对，所以其实我可能就是早一些吧，但是也不需要特别的聪明。是，接下来可能就像另外一种外国语言一样，就是有兴趣的人就去学，我觉得蛮重要的。是，那其实这个呢，也是我入阁之前的工作。我入阁之前服务是在那个12年国教的课程发展委员会。那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新的课纲制定的时候，少一点那种老师一定要教小孩什么的概念，对，然后多一点学生学什么老师陪着做，对，然后呢只是一起学习的人这样的概念。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叫做自发，那个时候是新的12年国教总纲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所以呢同样的这个道理我就把它带到了政府来。那所以呢在政府里面我建立的同样也是，以前政府呢好像总觉得说一定要管一管人民，但是现在呢其实人民自己之间组织的方式已经绝对不逊于政府组织的方式了。对，不管是在私部门，还是不管是在公民社会，或者甚至是国际的连结，其实呢很多时候是行政院的朋友要跟公民社会或者跟私部门学习。所以同样我们的角色也就不是像以前那种威权的老师的角色。什么微信啊这个东西，我想我就是带领着行政院的朋友们慢慢从微信走到诚信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中间我具体的贡献呢，就是像在所谓的开放政府的这样子一个业务里面，我们有一个就是公民参与的一个平台嘛，叫 join.gov.台湾。是那join平台里面呢，我们就确保了4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说，任何朋友们联署5000个人提出任何想要我们行政院认真处理的案子，对，我们保证呢就会给他相当的关注，然后甚至是跨部会的来处理这个案子。你说联署是5000人？对，到5000人。但是也有这是一个门槛。这是一个门槛，但是也有一些案子还没有到这个门槛。我们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们，每一个部会都有开放政府联络人，就像媒体联络人一样，是他主动表示兴趣。像最近呢就有一位朋友联署啊，说报税这个软体呢，它在 Mac 上面或者在我们平板上面，就才几天前，5月1号不是报税第一天吗？结果发现了，结果整个报税的系统就大宕机了。对，实在没有，我就有点灰头土脸。对它的这个使用者体验啊，实在没有很好。是，那所以呢，还没有到联署，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财政部的朋友就主动提案。说好，我们来认真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委员，你会不会认为说哈，你看从这次的报税哈，就是说连 Mac 系统，很多人就说哈，用 Mac 系统来申请这个网络报税的话，几乎没有成功过，对不对？你只能用 Windows 的系统，那会不会代表说，事实上我们政府的这种数位化，事实上实在是太落后了？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在设计系统的时候，以前，我们对于后端，就是我们要提供哪些服务，还有前端
大家的体验是什么，常常是绑在一起的。绑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系统都各做各的。对啊，我们现在进来之后呢，我在推动的就是所谓的前端的统一以及后端的整合。嗯，也就是说呢，像我们现在在今天才有一个新闻，是我们去年记不记得蔡甲在台风的时候呢，曾经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我们今年呢，就会预先在汛期来临前，今天农委会的朋友就已经发布说，我们有一个菜价的看板，它非常的透明，最主要的几种的民生的菜，它有哪些仓储、释出量、产地、入口，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摊在大家的眼前，这样子其实就没有炒作的空间，就像实价登录之后呢，房地产炒作的空间。对，那这样子的结果是表示以后就是如果是汛期来临或者是台风季节的时候，就不会有所谓菜价飙涨这件事吗？还是这是两回事？应该是说，我们是锁定一些特定的民生用菜，像甘蓝啊这些，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打定主意，就是要让它是在一个合理的、可以大家负担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种菜都不会涨，这个当然是比较困难。OK， 但是不会像之前那样子，就是几乎每一种菜都负担不起。OK， 这个情况。好好，所以呢，事实上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数位政委啊，他所关切的事情呢，可以是非常民生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听到这个唐凤呢来谈一谈这个菜价呢，也非常的有趣哈。当然，很多人对于唐凤政委他的背景啦，比如说他是一个电脑的天才啊，他在这个14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学了，然后他16岁就创了他自己的网络公司，然后他33岁就宣布退休了，如数家珍。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网友呢对他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对他非常好奇。我们透过以下的这个主题影片带大家一起来了解。现在有在录。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开放政府最基本三个核心的要素就是透明 transparency 参与 participation 跟课责 accountability。 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的是说，我可以怎么样子去解决它，而不是说我可以怎么样子去解决那个发现问题的人。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是尽可能是平等的，然后不是透过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然后再到下属下属的下属。创业其实大家知道，它就是一个实验性的东西，实验99.5%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这个东西呢，可能最后大家看到说是创新的，也许最后0.5%吧，但是呢，不表示那99.5%就没有意义。各位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阿公阿妈、弟弟妹妹、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唐凤。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唐凤政务委员呢所做的一些就是新闻画面的这个剪辑哈，你现在非常常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访问哈，对于媒体你的观感到底如何？我们有一位你饿了一下，我就紧张了一下。朋友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我自己啊，在进这个院里的时候，因为事前已经跟院长说好，我不看国家机密。Okay. 我不看任何的密件、mm-hmm. 所以理论上我能看的呢就是大家可以看的、mm-hmm. 所以我其实把自己当做一个类似调查报道的这样子一个自媒体、mm-hmm. 也就是说我所关注的事情其实呢就是大家所关注的事情，刚刚有提到透过联署或者透过其他方式让我知道、mm-hmm. 那我呢当然是在院长的支持之下也许可以去协调，但是呢其实我不可能是每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协调的过程做成逐字稿啊，或者是做成影片的这样一个方式，让大家都了解。那更专业的朋友们，其实就会从网络上面来问我问题。对，像刚才呢，网络上就有很专业的朋友，叫做这个新莹，他问说，前后端绑在一起，为什么会各做各的呢？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解释说，对，这个就是每个部会的前后端都绑在一起等等。也就是说，这种及时的跟大家的对话，在以前呢是透过特定的媒体做的，但是在现在呢，我就把自己看作一个自媒体，然后呢，我所关注的事情就是由大家来决定。OK， 大概是这样。其实这个呢，也是唐凤政委呢他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果看他跟过去的所谓传统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务官来比较好了哈，就是说他进入到
到这个政府之后呢，他期许要做的两件事情，包括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开放政府，就是刚才你说的，哎，如果有任何的 information 的话呢，我就打成逐字稿，然后呢，我公开给所有的人来这个检验，所以他才会跟这个院长说，那你有机密不要给我看，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机密打上去的话，那整篇可能都不能用，因为它全部都是 confidential， 都是机密嘛，哈。好，那有一个议题呢，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年轻朋友，包括在网络上呢，也很想要听听这个唐凤委员呢帮我们讲一下，就是现在台湾呢，因为要发展，因为也就是您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打造这个数位台湾嘛，哈。那最近呢又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叫做亚洲连结矽谷啊，我们本来以为就是亚洲矽谷了，但是你刚才有更正我，你说一定要把它念成亚洲连结矽谷。那到底台湾发展这个所谓亚洲连结矽谷跟一般年轻人的连结是什么，关系是什么？那台湾的年轻人可以透过像这样的一个 project， 能够在新创事业或者是在所谓的打造未来的数位前景的时候，能够有些什么样更方便的地方？是亚洲连接矽谷，它有两个最重要的部分，一个部分是所谓的万物联网的这个时代，那我们要让我们的所有的各种各样子不同的之前还没有数位转换的这样子的产业都进行数位转换，是，也就是说接到这个万物联网的时代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把创新创业的这个生态系加以加强。之前为什么不叫亚洲矽谷，要叫亚洲连接矽谷呢？是因为以前叫亚洲矽谷的时候，包含我在内，很多待过矽谷的朋友，其实心里是不舒服的，就好像有人说他是好比像说新竹金城武，如果你很喜欢金城武，你可能就不太舒服。对，因为觉得说你随便用金城武的名号，对不对？对，那摆明的就是一个这个山寨版嘛。对，是吧？但如果现在是说新竹连接金城武啊，既不是说新竹人都要当金城武，也不是新城武要搬到新竹，是说要有所连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比较能够接受。对，那事实上我们做的事情确实也就是在法规、在人才、在资金上面，让创新创业的朋友们能够更容易链接亚洲跟连接矽谷。我举实际的例子来讲，最近我在 Twitter 上，昨天半夜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呢在那边跟我 tweet 来 tweet 去，讲的就是说他们来台湾，然后呢想要这个创业，可是呢台湾现在的创业家签证呢，他可能要筹到200万的资金，那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那所以说呢，他们常常就是来待几个月，就得走，有点像游牧民族这样子。但是呢，在亚洲连接矽谷里面，我们接下来已经推了一个到立法院的，就是外国人才的这个专法。那里面就说，只要你是我们觉得是有一些特殊的这样子一个专业，那你就可以有一个叫做金卡的就业金卡，里面呢就包含你的签证、工作证，然后 reentry， 就是你可以出去再回来1到3年，而且呢，不像新加坡，我们还可以再 renew。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先找到一个人聘用他，他可以先来。Okay. 来了可能就是做一些顾问的或者一些短期的工作，但是慢慢就跟台湾这边的创新创业的生态圈加以结合。Okay. 所以外国的朋友来台湾会变得容易，那我们这边呢把经验分享给矽谷也会变容易，这是一件事。那刚才另外提到资金的重点是说，在以前呢，在台湾我们很少碰到一个创业家说我创业失败5次，对，那但是呢在矽谷这个屡见不鲜。对，因为在台湾创业如果失败1-2次，你就大概倒地不起了，没有办法再东山再起。对，可是为什么在矽谷这个是屡见不鲜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说在矽谷大家能够接受说你从投资人那边募了一些钱，你的天使都是创造过类似的东西的人，他真的懂，然后呢你在创业可能烧了他们1/3的钱，你觉得说这不是好主意，就不做了，对，钱退还给股东。这个时候呢，只要这个创业家他写一个 postmortem， 就是说为什么失败，检讨反省，他就是对包含他的天使在内的整个生态系都有贡献，大家是敬重他。当时拿出钱来的人也会这样体认吗？是的，就说你把你的失败经验写下来，是的，那对我们的这个未来发展也是有 value 有价值，帮整个矽谷这个做了功课。 OK， 那唐正文，那我可以这样问吗？那台湾的所谓亚洲连结矽谷以后也可以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说，你就勇敢的创业，你失败5次的话我们继续支持你，会这样吗？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会把政府尤其是国发会的角色，对，从以前比较是补助的思维，现在变成投资的思维，补助当然不希望你失败，对，但是投资呢几个成功一个就不错了。那另外就是说在设置公司的时候之前是比较困难的，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透过闭锁型公司能够让就是新创呢，它可以在增资的同时又透过信用劳务的这个股份来保持它对公司的控制权，那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大家就会学到说，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相当好的创新的生态系，而不需要觉得1-2次之后就很没面子，然后就把亲朋好友的钱都借光了，没有办法创业。我们希望往这个方向来调整。 OK， 好，
各位这个关键评论网这个沈春华关键秀的网友呢，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的场景比较不同啊，各位呢可以发现呢，我们今天来到了行政院啊，那么来到了我们这个数位政务委员啊，这个唐凤他的这个办公室当中，然后来做这一次的这个直播。我们同样的欢迎所有的网友们呢，针对可能这个政委他的一些好奇，或者是他未来要推动的一些政策呢，可以来做一些提问哈。那当然呢，我们若讲到数位也好，讲到科技也好，其实常常就会落入比较专业，可能比较沉闷，可能比较严肃，比较窄。对，那我们可以稍微转换一下轻松一点的话题，好不好？因为我刚才说你走马上任呢，已经大概七个多月的时间了。嗯，你应该是变成了就像是一个所谓的名人了吧？你走在街上，应该很多人都认得你了吧？是这样。那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动作呢？大部分就是要合照，这个是最常见的。OK， 签名的也有。啊哈，那他们通常来都怎么跟你讲？怎么跟你打招呼，或者是讲的第一句话？讲的第一句话通常就是说，哎，是唐凤哎，然后我就会对他微笑嘛，然后他就会说，哎，可以跟你合照吗？之类。那对，当然我如果旁边有同事或者有朋友，哎，几率就降到可能20%。啊哈，但是呢，偶尔还是会有的。那你对于就是说可能有很多的民众哈，这个认出你来，然后要你的签名或者是要你的合照，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喜欢呢，还是你会排斥？其实我还蛮高兴的，就是说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去认识新的朋友。那我通常也是会就是实际上是跟大家有所讨论。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跟人交流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任何愿意跟我交流的人，我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对，但是但是其实到这么时间到这么晚，当然是有点魄力了。但是一般来讲，在上班时间里面，我把这个当作我工作的一部分。当然今天我们特别谢谢这个唐凤政委啊，就是说为了要符合我们这个每一次固定的直播时间，所以特地他把这个时间空出来，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园地里面呢跟所有的网友呢来做直接的这个交流。那刚才我说这段时间可以轻松一点，因为在网络上哈，有一位朱又卿，我不知道他是女士还是先生，他说他想请教唐凤哈，就女性的角色来说，你是不是比较不爱打扮？他后面还用了两个那个icon，意思就是说有点不好意思问你这个问题，你愿意回答吗？有点脸红。其实我并不是不爱打扮，我只是工作上面呢尽量采用比较省时的方式，所以像保养啊这些当然都还是做的，但是呢像头发呢，我就会跟我的发型师说，请去设计成一个我最小维护的这个状况，lowest maintenance， 就是我每天不用花很多时间。对，但在这个前提之下呢，还是很喜欢打扮的。 OK， 那你怎么保养呢？保养呢就是最基本的啊，就是化妆水啊，化妆水这些啊。 OK，然后保养的乳液。对啊，乳液啊这些啊。你敷面膜吗？之前入阁前还有时间的，现在比较没有了。现在真的比较困难。那你化妆吗？其实很难讲，因为我当然偶尔会就是用一点淡妆，但是其实我比较不想花很多时间化妆，所以真的很需要化妆的场合，我通常都是用一个虚拟人像出现的，因为那个是我已经都化好了，都打扮好了，是在 3D 软体里面都已经调到完美了，就是把自己当做初音啊来处理。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只要录一段音。我也曾经非常喜欢初音的。是，那个我的人偶就可以代替我，是是，我就不用每次花半个小时化妆了。OK， 我觉得这一位网友很可爱，他会这样问的意思哈，可能他认为说，你既然好像比较希望作为一个女性，那你是不是可以更打扮的女性化一些？可是呢，自从你担任了这个政务委员之后，好像看起来你的打扮还是比较中性。你会比较喜欢做中性打扮吗？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是觉得自在就好。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并没有一定要符合就是大家对某一个性别的形象。我主要的想要强调的只是说，哎，一个人要做什么不应该是由他的生理或由他的性别来决定的，是就是我们叫做 social script， 就是社会上对一个人的一个剧本。所以我只是说，哎，我没有要按照这个剧本念，并不是说我拿了一套剧本走换了一套剧本，比较不是这样。我觉得唐凤政委他引导出来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就是说我们对于社会的期待跟我们自己想要做的是不是可以符合，当我们想要做的或者是我们的意愿跟社会的期待不一定的时候，不一致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承受非常大的冲突、不谅解或者是甚至一些非议哈？那比如说政委，我知道你在你的这个身份证上面呢，事实上你选择的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的是唐凤仙，有一位这个许宗义朋友提醒我们说，我们麦克似乎没电了，所以我们现场的是哪一个人的麦克没电了呢？是我的，我们是网络直播啊，各位网友请帮我们发现问题，如果你发现谁的声音有问题，就麻烦各位直接打上来哈。好，是郑伟，您的应该是麦克没电了，调一下。好。好了，那我们现在正好呢，在这个换这个电池的这个过程当中，好。OK， 这样子有比较听得见。好，那我们只好再请网友再帮我们这个监控一下，进行确认。对，请问我们这个委员的这个声音好多了吗？OK 了吗？可以告诉我吗？可以吧？嗯哼，好。好 ，OK。好，那太好了。我们就回到您的上个问题。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哈。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生的规划或者是选择，如果跟社会的期待或者是跟社会的主流价值是互相违逆的话，我们到底要承受多少的压力啊？那你刚才提出来就是说，哎，我选择就是说我可能不需要很阳刚，那我也不要很阴柔，我就是做唐凤，做我自己。所以在所谓的性别的定位上面，你在你的身份证的性别栏上，你填写的是无。我没有填了，身份证性就没有啊，蓝是没有特别填，我是在入院的一个就是叫做个人资料表是里面那个我是填无。对，那为什么填无呢？是因为旁边有一个政党的栏位。对，我发现两个都是选填，所以我就两个都填无。那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内阁一定是某个党派的内阁，但是其实呢，我们这个内阁里面呢，填无的党籍了，田吴不是说性别，党籍田吴的朋友，从院长跟我，跟其他的朋友，其实好像是占四成的，那另外两个就是大的政党呢，其实好像都不到四成，所以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说它不一定是要由一个政党来决定这个特定的国家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任那个很难得的地方。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哎，一定某个性别就一定要决定一个人生的方向。那当时是做了这样一个连接。OK， 但是无论如何哈，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性别栏上，我们看不到他不能够归属他是男是女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的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或者是想法来讲，它是有某些违和的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知道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网友，你刚才提到，就是我们认识一个人，其实不应该特地的以他的性别来去评判他，可能是以他的专业、他的人生价值、他的理念来评判他。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其实唐凤呢，在网络上呢，也曾经有很多人，你会不会觉得说是非常无理的谩骂？那为什么你都可以非常高 EQ 的、很淡然的处置跟回应？我没有觉得无理耶，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他就是可能有一些愤怒，他需要表达。因为其实在网络上面，愤怒是最容易传染的一种情绪。他愤怒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是重要的。但是呢，承受愤怒的人呢，他可能心里不舒服。那所以呢，也许会想要骂回去。是。那这样的话呢，当然在像脸书这样发散的空间里面，这样子的声音就容易吸引最多人的注意力。因为不然的话，你好好讲就没事了，没事他就不会继续亮起那个红灯了嘛。对，所以那个红色的数字呢，其实呢很多是靠愤怒在传染的。所以呢，其实因为我自己长期啊，从2008年开始就是设计类似 Facebook 这样平台的人啊，所以就是说我非常了解它的演算法的运作的机制。所以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我就会把它当作是这个演算法的一个输出吧。我不会把它当作是对我来讲是个人性的东西。那如果有一些当然已经指名道姓提到我了，对对，那就我就不能够说这不是针对我个人。那这个时候我是把它想成一种精神上的按摩，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想通，对，那我看到了也许会不舒服。那我们在精神分析上这个叫阻抗，叫 resistance， 表示我有无法面对自己的部分。这个时候我如果急着去回，它只是一个防御嘛。对，我如果不急着回，我深呼吸，我听点音乐，我好好面对自己，想说为什么我看这个会觉得难受，我把它处理好了，然后我好好去回他。接下来呢，我再看到类似的问题，我就再也不会难受了。所以就有点像是大家帮我的心里找出酸痛的地方。所以慢慢慢慢就不会有酸痛的这个感觉了。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特别的一个回应啊，就是说你叫什么心理上的按摩，精神上的按摩，精神上的按摩啊。那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很高的境界了，因为我们一般人其实我们如果看到人家直接指名道姓来针对你批评，而且我们认为那是非理性的，可能跟我们的专业或者是跟我们共同讨论一件事情是无关的，那你为什么要用那么情绪性的字眼去骂别人？可是在网络上好像我们不得不面对，就是会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一种文化。但是呢，唐凤政委呢，他用他个人啊，就是说他觉得非常轻松的，或者是他用他不同的哲学方面的想法呢，去回应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你怎么样去看？就是说，有些网友他确实很喜欢在网络上哈、啊，用一个比较极致的、极端的啊，或者是非常严厉的批评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愤怒。你认为你刚才说这可能是一种愤怒的表达，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愤怒的表达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会不会你认为失去了一个相对比较可爱的氛围，让我们大家可以去好像互相的沟通或者是交流？我觉得愤怒哈、啊，它其实就是告诉旁边的人这件事情重要。我觉得这以这个功能来讲，愤怒是有帮助的。但是问题只是说，当你接受到别人的愤怒之后，你是把它转变成愤慨，就是觉得说，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让它变得更好。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事情。是，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愤怒呢，它会变成是复仇式的愤怒。就是说啊，我这么愤怒，我一定要找一个人让他身心受到伤害，对，我的愤怒才会平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一种幻想，因为即使对方身心受到伤害了，对，好比方说有人这个药唐凤身心受到伤害，有些谩骂，我假设真的是按照他所说的，真的好比像说就去死了，这个对他的情况并没有帮助。所以也就是说，这样子的回应呢，我如果是把这个当真，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他的状况是没有帮助的。不但没有帮助，而且事实上也牺牲了你自己。你好像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恶意去伤害你自己吧？我的意思是说，这好像是非常划不来而且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对，但是呢，另外的，也许他这样子写，并不是字面上的希望我受到身心伤害，而只是希望把我贬低。也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子的，在修辞的。对，那这个状况我在求学的时候碰到过非常多。好比像说有朋友说，哎，你如果这个就是不在世界上，他本来第二名嘛，就第一名了。我就可以第一名了，谁叫你这么聪明啊？我怎么样努力，我都没有办法超越你唐凤，所以我就希望你 disappear。可是如果你实际看一下，就是假设我真的转学，我后来也转学了啦，他分数有没有提高？没有啊，没有啊。他是第一名，可是没有什么意义。对，没什么意义。而且他可能还会再遇到人家分数比他更高，难道他也希望人家消失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是建立在跟别人的地位的相对比较上，对，他永远是无助的，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这个不稳定。但是如果每个人可以体认到说，哎，我就是有自己的价值，我不用管别人怎么跟我比较，对，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其实就没有这个感觉。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设计12年国教新课纲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老师不要把小孩跟小孩加以比较。是，很好。那唐凤委员，那我可以说，你这样一路走来，就是说进入这个内阁已经有7个多月的时间，你越来越顺手，而且你几乎也没有什么适应期嘛。你从一个所谓的自己创业，一个所谓的电脑神童，然后呢，你进入了一个政府的这个体制里面，这个中间你没有什么适应期，你觉得你还蛮 OK 的吗？对，我觉得那是因为当时就是院长找我入阁的时候，我不是人在国外吗？我们有一整个月的时间，相信线上也有很多网友，当时呢就是在网络上跟我反复的用问答的方法，对，把大家希望我做的事、期待我的情况都做了一个盘整。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拿去跟院长做劳固协商的时候，就是说，你是劳，他是固，就对了。对对，你看大家要我做这个，那我必须要这些条件，我才能做。那这样子，院长其实也非常支持，就是说，好，那你进来就是继续做这件事情。好，那你给院长当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能够一定要。任务指派我做什么，是这样吗？确实是，就是等于是我的 job description、我的工作范围是我自己写出来的。所以你要做什么由你决定，是院长不能够指派任务给你。其实后来因为有委员关切，所以我也确实多了一些任务，像青年咨询委员会。可是那个其实跟开放政府业务是相辅相成的。对，毕竟最想要参与政策制定的就是我们青年朋友了。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不会觉得是额外的工作，反而是一个就是更多的一圈关心的朋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当然也有开一些条件啦，好比像大家知道说，我按照就是人事总处之前有一个函，说公务员如果他工作跟网络有关，他不一定要在他的工作地点工作。那所以呢，我当时就说好，那我周三周五就不要在院里。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期待我把院里面的这个纸本作业慢慢变成无纸化。
我只要还在院里，大家拿个公文跑来找我永远比较容易。嗯，但是呢我如果不在院里的话呢，大家就只能用电子的，对，就被迫他们一定要使用，所以慢慢哎，真的我们整个工作圈都变成电子的了。 OK， 好了，因为这个时间呢过得真的好快，怎么一下子已经30分钟了哈。那我现在要请这个唐凤政委呢，是不是花一点时间我们回答一下网友的这个问题哈。这边很多你都可以看得见嘛哈。那你要不要自己来挑你想要回答哪些人？你看哈，我们为了要跟这个网友一些互动，对不对？这就是跟一般电视节目很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立刻呢看到你的这个题目，然后呢我请我们的受访来宾呢来这个回答。比如说有什么君毅啊、Melin Yu 啊、李兆力啊、Annie Chen 啊、许兴国等等。好，那这个很多哦，我看好这个问题哈，从比如说这个支付系统哈，然后一直到那个什么 Uber 哈，因为很多，而且这些都是广大的我们的台湾的民众非常关心的。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挑，啊、你要回答哪一位网友？我就从头回答到尾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做到午夜。你们给我多久？我可以给你很多时间，只要你愿意。啊、问题是你可以给我多久？我可以到午夜也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拼了啊！看今天谁先喊咖，好吧？啊，这个既要这个紫薇在旁边有一点苦相哈。对，人家说你要先下班没有关系。真的，紫薇先下班了，我已经请司机先下班了。对。好，太可爱了。好，那你要先飞问谁的？就从头到尾。好，第一位，赖君毅这位网友问说，是怎么样做到自主学习？对，不遵循传统的教育。好，那你给我，因为我要帮你控制时间。好，君毅，那你怎么说？对，好。其实当时呢，我离开这个学校系统，是因为当时有全球资讯网这件事情。没错。那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发现说，我看一篇 paper， 以前呢我找不到这个 paper 的作者，但是呢在当时呢，我第一次就可以直接写信给这个 paper 的作者。对。他隔着网络也不知道我才14岁，然后就会把我当做真正的一个同侪一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研究事情。是。那我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才发现说，其实知识可能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是概念式的知识，这样子用网络学，比起就是听老师看教科书，教科书可能是10年以前的知识，这个方式其实透过网络容易太多了。对。那在现在呢，我们这叫翻转教学嘛。但是呢，翻转教学另外一部分还是要人跟人面对面的讨论，那是因为人的思想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形成，所以他还是要在一群一起学习的人中间进行讨论。所以我其实从国民中学辍学之后，对，我不是没有去学校，我是去大学去研究所，去找那些研究生们辩论讨论探讨这些东西。那这些大哥哥看到你这个小萝卜头来跟他辩论，他们难道他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他们会理你吗？应该是还好，因为第一个我也没有学分嘛，我就旁听而已嘛。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说，因为教授们其实都觉得说，哎，有人真的很热爱这个知识，以至于他不需要学位，他也愿意来讨论。至少教授们对我是很喜爱的。对。那所以教授们这才可能是真正学习的本质，对不对？是。而且因为很多教授他看到说，哎，有人拿了一个国外的研究题目、一个论文来跟他讨论，他也会觉得说，哎，应该要把他当同侪一样看待。是。虽然看起来还是小朋友。所以你那么小的时候就是看国外的论文。是，我们可能连什么故事书我们都看得有点吃力，你就要看国外的论文了。对，因为我真的你是很自然的，就是喜欢去看那样比较学问性或者是学术性的东西。应该是说我当时接触到网络的时候，我很着迷。对，我想知道说什么人在网络上的行为跟我们日常不一样。对，我们日常呢可能要相处个几个月才会相信别人，一起做事。对，在网络上呢，可能一拍即合，关键字一样，马上就一起做事了。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资讯社会学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在当时各个不同学派的人都有提出见解。所以我因为想要了解，我就是很好奇嘛，我就都去看。看不懂没有关系，就问嘛。那这些论文的作者也都很愿意回答我。OK， 好，因为呢，我们时间真的很宝贵。那因为这个政委呢，他希望能够尽量回答网友的提问，所以呢，我就会提醒你说，可能我们尽量简答。对，简答。但是呢，就是说，我要帮这个君毅啊，赖君毅呢，他去另外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下一代，他可能希望我自己自学，可是到底我发生了什么状况，我比较适合去选择自学的路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唐凤嘛，我们是唐凤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正规的教育里面去寻求那个所谓求学之路嘛。但是如果你想要做自学的话，你到底是在正规教育里面遇到了哪些困难？也许你可以跟你的父母去讨论说，能不能够去选择自学的路，发生什么情况？其实现在在台湾哈，就是实验教育法是已经通过了，任何学生他不需要是在学校适应不良，他只要觉得自学比较好，
他就可以去申请，申请好像也是要申请的，我记得我有关注过。因为县市政府会去有一个评议，去看说他这样子在校外会不会太偏食，会不会基本的东西学不到。对，但是基本上只要这个满足，他是完全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学习。那在我当时那个几乎是犯法的嘛，对，所以其实是不太一样。那为什么学校碰到什么困难？其实我国中并没有碰到任何困难，我主要的困难就是我想要寻求的那些知识那些问题，我没有办法在学校系统里面获得解答。可是在人际关系上会不会对你是一个困扰，就是说从小学你就会被遭到霸凌嘛，因为你太特殊了哈。那到国中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没有了吗？对啊对啊，那是八岁的事情嘛。那我国中十三四岁，已经过了六年了。 OK， 跟同侪之间的对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个人的问题哈。所以如果真的要走自学的路，可能要很多问题可能要自己家庭里边去慢慢的去讨论的。那第二位呢，他就说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不错。因为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台湾因为要有数位的这个政委，对不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提升整个的数位的环境嘛，科技的这个成长嘛。那我们反观中国大陆，其实他说Meling Yu 他说你如何看待大陆现在非常发达的物流服务还有各种的电子支付？你可能就是一个支付宝哈，你可能就是走遍大街小巷，连那个书报摊好像你就逼一声你就可以付款了。那他认为说台湾是不是就落后很多了，我们要不要走相同的路，需不需要？不过其实呢，这件事情在台湾是因为我们取得现金真的是很方便，这是一件事。那二方面呢，台湾的电子支付确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觉得说我们不要牺牲大家的就是资讯安全，或者是牺牲大家的一些对这个电子支付的信心。对，所以说呢，我们在推行上面呢确实是比较谨慎，对，这个是事实，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那当然呢，其实在对岸呢，其实他们跑得先嘛，跳蛙嘛。但是其实不管是支付或者是 P2P 信贷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多多少少也就是交了一些学费，我们这样说吧。所以就是说每一个经济体它的发展方向必然是不一样的。对，我们长期看来当然还是要去做数位支付或者是数位的服务，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最终还是要走这个路。对，但是我们应该是让大家去问说我们要对这个技术要什么，而不是说现在有一个技术来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跟上。因为说不定这个技术的运用方法是需要大家审慎的讨论之后才能够做出来的。换句话，您认为说我们可能不是要照单全收已经既有的技术，可能要在地化本土化。对，那我们之前的一个困难是说我们的监管单位，对，好比像说金管会，它比较只是非黑即白，就是说这个是合法的，其他都是非法的，是非法的只好转入灰市黑市，它永远没有办法变成下一个新的这个就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的一个典范。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才刚就是审理过金融创新实验条例，就是希望说这些违法的这些朋友啊，来说哪些法规命令可能还没有到法律了，哪些法规命令他觉得说应该要调整，那我们也觉得说也许试试看吧，就给他六个月的时间，可以再延长六个月的时间，在这六到十二个月里面他就先去试行。那如果大家发现这是一个好主意，也就是大家有过讨论有过共识了，我们再去调整法规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变成牺牲一些人的权益。那如果这样子试出来呢不是一个好主意，它就是帮整个生态系付了学费。对，这整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慢慢从监管或者威权慢慢变成大家一起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就是说让我们透过跟这个唐凤政务委员啊这样子的一种沟通，我们可以更加的知道就是说台湾目前到底我们在哪些所谓的数位的经济数位平台或者科技上面可以做提升。像刚才我们其实慢慢听，有一些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枯燥，但是这个对台湾难道不是很重要吗？当我们大家都在说哎呀这个媒体老是做一些八卦的时候，等到我们真的要做一些有意义的议题的时候，请大家也稍微耐心一点哈，我们尽量把它弄得稍微轻松一点。像刚才那个唐凤这个政委他有提到，有没有现在我们有一些引进人才的方法，哎，我们在立法上我们就改变了。所以像过去我们想要提升台湾，让台湾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可是因为碍于法令这个这边绑那边绑，所以就松绑了嘛。你说他们来可能也不需要就是投资什么两百万，然后我们可以给他更 flexible 更有弹性的留在台湾，只要他是可以为台湾所用，那他有真正的比如说技术或者是才能啊，可以留在这个台湾，那我们当然就应该欢迎这种人才进来啊。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民间知道了，那民众他也很支持，那是不是也会鼓励这个当局就说哎，那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做。对，确实是，就是像刚才那个法案，其实在他就是实际通过之前60天，其实我们也就是在众议平台上面去收集所有利益关系人的意见。那这是第一次就是有非常多的外国的社群
知道哦，原来台湾说亚洲连接硅谷是玩真的。那他们提供了非常多第一手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当时的草案跟我们现在送出去的院案中间，就是已经把这些外国朋友以及他们在台湾的这些新创界的朋友的意见都放进去。同样的，金融创新条例中间就是它的实验的调整期，以及它实验完毕之后，它可能还要找一段时间去募资嘛。那金管会还有一点时间去修改法规。那双方都给对方6个月的时间，所以等于6+6+6。这件事情呢，也都是在民间的这个利益关系人告诉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做法规调试所制定出来的。OK， 好，还有一个议题呢，大家也非常的感兴趣哦。来了来了，各位要稍微有点耐心哦。Tina Xin 他说的，他说唐委员啊，如何看待 Uber 在台湾的发展？Uber 在台湾哈曾经非常的普遍流行，那有很多人因为它比小黄便宜很多嘛，可是因为呢它碍于有一些地方是违法的，还有税务的问题，它的到底是这个科技业运输业等等的这种争议不休，所以后来它就被迫呢就撤出台湾了，现在好像又用另外一种方法回来了。那委员你怎么看 Uber 在台湾到底应不应该发展？他现在回来的方式就是他刚进来的方式，是吗？不太一样，他现在必须要靠行在所谓的租赁业里面，不是吗？他一开始的那一批车啊，大概10辆左右吧，对，十几辆，我应该每一辆都坐过。对，所以你一开始就是 Uber 的爱好者，对对对，这样可以吗？那个时候他还没合法。他当时也并不是非法，因为他真的就是跟租赁车行合作。I see。然后呢，那些人其实平常是跑机场的，当时要说是合法或非法都不太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gray area， 对，是一个灰色的地带，当时还没有做出解释。对，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 Uber 当然后来他用了没有职业驾照的朋友，然后尝试哎比计程车的价格低，可是第一批的这些朋友们呢，其实都是有职业驾照，甚至有也有租赁车行，而且总之他们是开的是 R 牌的车，而且收费都没有比计程车来的低。对，那所以在当时的这批朋友，其实有些也对接下来就是 Uber 的这种从游走在法令边缘到明显违法的这个动作呢，他们自己也感到不满。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Uber 回到当时的就是刚开始进来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当然是一个比较善意的一个表现。那当然在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折冲，但是因为我不是交通政委啊，对，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分享很多谈判的一些细节。是是，但是我只能说我很高兴，就是说整个社会还愿意就这件事情继续对话。对，当然呢，因为现在哈，就我所知哈，就是我的朋友如果他们要去做 Uber 的话，他会发现说哎，常常可能会比这个小黄还要贵，那他就不可能去做了嘛。其实 Uber 一个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理由，就是说因为第一个它非常快速，然后呢最主要是它比小黄便宜很多，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引起了很多小黄司机的抗议了，就说他又没有这个职业驾照，你结果让他在马路上这个爬爬照，对不对？这也不可以哈。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发展所谓的数位经济共享经济的时候，包括那个Airbnb， 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台湾的法令，您是不是也赞成说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充分的讨论，让我们跟所谓的数位的共享经济平台也可以衔接得上？其实共享经济的意思是说我有一些物品，我有一些空间，我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共享，那所以如果好比像说共乘，它也许真的可以说是一种共享嘛。对，但是 Uber 其实在台湾应该是从来没有推过共乘，所以它到底算不算共享经济，即使是在学理上面都有可以讨论的余地。是，那当然 Airbnb 就比较像是传统定义下共享经济，因为毕竟它可以是就是房子的主人就去度假了，对，那他度假的这可能一个月里面他租给别人而房东嘛，这样子。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问的是说这个行为跟旅宿业者的行为到底差别在哪里？哪些情况下是我们可以容许的，哪些是不行的？对，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整个社会的所有的利益关系人一起来讨论。对，这件事情呢，我们才能够做出有意义的结论来，并不是说我们几个人这个关在这边，然后就做出决定的。像我在之前主持 Airbnb 的一个线上咨询会以前，我才自己去住了一晚 Airbnb。是，那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房东呢，他有在台北19间一模一样的房子，他都说是他自己家的房子。是，这个好像不太对，这好像应该是日租套房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把共享经济里面共享经济的部分跟某些这个特定的营业方式用这种方式来洗白吧。对，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出很清楚的区分，这个东西我们未来也会在 V 台湾平台上面跟大家进行沟通。 OK， 好，那我们再来一个网友的提问哈。陆怡珍他说，请教政委，科技部不断的加码端这个政策牛肉哈，但是呢如何有效的监督成效呢？民众现在普遍不信任政府真正了解台湾产业的需求，你觉得政府现在根本不了解台湾真正产业的需求是什么吗？方向到底有没有搞对？
我觉得民众的不信任跟政府的就是不信任是双向的，信任是一个交互关系。那你说政府也不信任人民啊？确实，我觉得说之前呢，行政院的朋友在一听到说，哎，我们让陌生人、联署人、随便谁、街上的朋友、马路上、网路上的朋友来参与决策的时候，也有疑虑。确实也有疑虑啊，大家脑里会冒起的不外乎就是民粹、没有代表性，对、uh-huh. ，所有这些东西就会出来了嘛。那但是我们现在在院里面做的就是，我们有系统的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只是收集大家多元的第一手的经验，如果只是做事实的确认跟对焦。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这个担心民粹或代表性的，因为我们越知道事实性的东西越好。那事实性的东西大家都盘点出来，我们问大家对这个感受是什么，也许你觉得好，也许我觉得高兴，他觉得不高兴，这个都没有对错可言。重点是我们并不是投票，好像多数就压倒了少数，我们是要大家慢慢慢慢对焦，一起看到说，哎，这件事情确实是这样。那当然因为信任是相互的，总有一边要先踏出来，所以我就有一个概念是说，即使政府还不信任，即使人民还不信任政府，政府要先信任人民。对，那我们先信任人民了，人民也许慢慢有一个两个愿意觉得说，政府这次是玩真的，不是只是摸头而已。对，但是呢，一开始不可能很多，那我们也不要气馁，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在信任人民的前提底下，把我们做决策的所有的这个资料以及执行的资料都透明的公开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检视。这不只是我们新的计划，包含旧的这些院列管的计划，我们现在也在众人平台上面可以看到它的执行方法。 OK， 好，那我要邀请这个唐凤帮我们这个，你要不要念几位他们的名字好不好？因为他们也都花了时间 key in 上来，我觉得网友也很热情，他们一定很希望你也念念他们的名字，然后你再看看下面有一题，我觉得你可能会有许兴国。其实每一个我大概可以用一句话回答。可以啊，好啊，对啊，哇，这个是 快问快答，金句快问快答哈，快问快答。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帮你哈，来问你说这个，哇，这个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快问快答，当然当然。我觉得这题目都好难的，还好是你要回答， okay, 不是我要回答。都我来念好了。哦、OK 好。李兆丽这位网友问说，赵丽问说 T-Wallet 这个七个月仅绑定30,000张信用卡，远逊于 Apple Pay 登台2天就达41.5万张，如此的巨大的成效落差。对，那这个是这样子， Apple Pay 只有 Apple 的手机能用，之前绑的那个 T-Wallet 大部分就是 Android 可以用。那其实呢 iPhone 是不能用的，所以 iPhone 都一直是在零，所以它当然一出来之后呢就一直到一个同样的水位。那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说这个 T-Wallet 在 iPhone 推不动，而是 T-Wallet 本来就没有推 iPhone。Okay, 好，这样五六句了哈、okay, ，好好好，这样就好了，可以，好好。五月是报税月，这几天有问题出现哈，报税软体是不是改善？刚才我们稍微提一下哈。对，Annie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个月的月会上，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已经主动提出了，所以我们就会去跟他的提案人，本身呢好像也是一个使用者体验的设计师，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财政部也说了，他说以后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就拭目以待，会不会再出包啊 ？OK， 那再来呢？这个许兴国他说如何界定假新闻？哦。Bingo， 大议题来了！我这个已经紧张到这个手板都忘了用了哈。唐凤推动政策的项目，哎，这里面好像你说要有澄清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你推的是开放政府，就是说政府里面所有的资讯我们都应该公开给人民，让人民共同来监督政府，然后呢达成有效的沟通，这是一个。再来就是亚洲连结矽谷，刚才我们谈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所谓的跟假新闻，网络上大家最困扰的就是说可能假新闻乱飞，那我们如何判别？所以最近呢有一个很夯的题目叫做真实查核机制，这个不是你推动的，刚才你怎么？不是我推动的。OK，其实这个东西，Facebook 跟 Google 他们跟芝加哥大学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是。那当时呢，我是提出说，哎，你看。他们有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需要一些资料，什么资料呢？就是部会把一个一个回答到部长信箱里面的这个问答，对，做成一个公开的问答集，可能每一个回答呢一个网址，这样子 Google 就比较容易找到了。我全部就是提这个分享而已，对，这也不是我的业务主管，我就是在院会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那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也本来就不应该是行政院的业务，这个本来就是这些平台上。他们应该要做的，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情就算是要来做的话，也不应该由公部门，不应该由政府来做，那当然应该就是由平台、由民间的业者来做，那当然是吗？那当然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好像就是说，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就是也有在推，就是说因为这个假消息可能很多，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也许就是跟一般的平台合作，去推出一个所谓的真实查核机制？那当然这个疑虑就出来了，那是不是变成这个言论审查等等？当然就是言论审查所以不可以，就是当然不可以、所以你反对？
因为新闻自由或者言论自由，这个是从院长到徐发言人，那所有人都觉得说我们当然不应该去侵害言论或新闻自由。是，如果有一个事实查核机制，它当然是民间自己去做，而且我们检验它的方式就是它会不会也来纠正中央社或者是我们自己发的新闻稿，也有可能啊。对，因为政府发的东西当然也可能出错啊。那所以说如果大家愿意帮我们做事实查核，让我们知道说哎，我们真的也有犯错的部分，这样对我们才有意义。那如果是政府自己做，那自己永远不会纠正自己，这样子其实对民主有什么好处呢？毫无好处啊。好，所以呢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唐凤政务委员呢，我们就澄清了事实上所谓的真实查核机制，也就是呢源自于网络上可能有很多的假新闻发生，那么大家很困扰，那也不希望的假新闻可能变成一种民粹的操弄，甚至是误导，或者是造成一种伤害，但是政府不会去推这件事情。对，而且假新闻三个字我都觉得不应该使用，因为法律里就没这三个字，它有不实，有谣言，可是没有假新闻。因为假新闻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不是新闻的，它假装是新闻；对，一种是它真的是新闻，但是它报的那个内容是假的，是错的。对，那所以这两个解读呢，一个呢可能跟媒体作对，那但是另外一个呢，我们会想到内容农场啊，或者谣言啊这些东西，那也有会朋友把它上升到国安啊这个层次，这些在法律里是完全不同的太阳。把它统包叫假新闻呢，就没有一个定义，没有定义根本没有办法讨论。好，不过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比较大的平台，比如说好像是 Facebook， 对不对？他们自己其实，比如说这个祖克伯，好像他自己对于就是网络上常常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个新闻，他个人也觉得奇奇以为不可，所以他们好像也在研究说怎么样推出一个类似的这个机制。有，他可以检举啊，就是你现在看到一个就是不实报道的时候，你按右上角可以检举他。OK， 好，所以如果由民间来做，你认为这个应该还是可以的方向吗？这个、就是、你觉得这个对于网络之间的讯息的开放流通，到底它是利多于弊还是弊多于利？这个怎么样做？我觉得我不能帮 Facebook 判断它的演算法，它毕竟是一家商业公司，所以如果它的演算法到最后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者大家不想用，慢慢还是会有东西取代它的。反过来讲，它如果想要把大家留在 Facebook 上面的话，它当然想要就是增进它的这个讯息本身的真实性。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商业决定。那我作为就是数位政委，我不应该去介入这个事情。是。游子慧他问说哈，资讯透明跟资讯安全之间要怎么取得平衡？其实资讯安全是资讯透明的基础，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不安全的系统，任何人都可以篡改，那这样子你看起来是透明的，也许是人家已经改过的啊，所以资讯安全的重点是大家要相信网络，相信网络的传输是跟你面对面拿一个纸本给我是一样安全的事情，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才有透明可言。对，所以我们 PDIS 这个小组所有的网站其实全部都是有加密的，然后也是让所有人可以看到说哎有一个锁头，然后在这样子上面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不会被篡改。OK， 好，因为我们也回答了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那我们再轻松一点可以吗？好，就是聊一聊我们的家常生活哈，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成为了政务委员之后，当然公务的事情就非常的繁忙了，那你在私人的时间里面你最喜欢做的休闲娱乐会是什么？我其实我的兴趣啊叫做拥抱小白啊，就是英文叫做 troll hugging， 就是说在网络上面去看那种特别酸的朋友，然后呢去回应他，然后呢找到里面不酸的一些部分，让他知道说他要获取注意力就只能提有建设性的意见，不然呢其他是不会理会的，慢慢他的酸度呢就会降低，然后就会变成有建设性的贡献者。这个一向是我的爱好。对，所以这个爱好听起来也好光明正大，就是说他叫做什么拥抱小白啊。对，就是小白的意思是就是比较白目的白目的哦，小白是指小白目啊、那这些小白目朋友们呢有的时候就喜欢酸言酸语。对对，那你反而喜欢去看。对对对，那他会不会觉得更乐呢？哎，既然这个唐凤喜欢看小白，那我就多扮演小白啊。确实啊，但是因为我回应的部分只有它里面有建设性的部分，所以就是一群小白可能十个人里面，他们就会看到说哎我只回其中一个，那他们就会开始学到说哦，原来要提出一些真实的个人经验真实的感受的分享，唐凤才会回。那也就是说慢慢带领大家去做一个有建设性的讨论。那这个是我的业余兴趣，我还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花太多时间。好，那你能不能再讲一些真的我们觉得听起来比较轻松的兴趣到底有没有？这个很轻松。你看电影吗？这个非常轻松。OK， 对，我当然也玩 VR 了啊。我在 VR 里面会就是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是、okay. 那这几天才刚拿到就是 AR 的一个眼镜，那就是 HoloLens， 那所以也在 HoloLens 里面呢进行一些体验。那
之前 Vive 啊，体验的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哦，可以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办公室，那我会把它建模嘛。嗯，那在以前呢，就是只有 VR 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叫做 High Fidelity 的一个开放源码的空间里面把我自己建模，所以就可以看到很多像刚才有一位发问的主播啊，对，跟我在访问的时候，我就是用我的模型去嘛，就不用化妆了。是，对。那但这个状况呢，其实呢，它是戴上之后旁边都看不到的。嗯嗯嗯。但是呢，因为有新一代的眼镜，你戴上之后呢，就可以跟现实世界加以融合。嗯。好比像我们现在有几个座位，那有些坐的人，有些是空的。对。那我现在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就可以看到本来空的座位突然坐出人来了。那就可以跟好比像说三四个会议室之间彼此接上，然后好比像说人在台北、台中、台南，也可以好像面对面一样来开会。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所以也是花很多时间玩这个。OK， 那你有没有所谓比如说跟姐妹淘的所谓的姐妹淘之间的闺蜜之间的谈话，你有做这种事情吗？有啊，聊天。那你都聊哪些题目呢？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聊，就是说时尚啦，或者是分享一些我们喜欢的最近看的书啦，啊，或者是有一些 gossip 也可能啦。你跟你的这些好朋友们都聊些哪些话题？其实很多部分的工作啊，就是在这样子的，就是彼此之间的聊天里面做成的。因为我们如果就是在台面上面开会，大家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理智的，对，仔细想过的、预备过的东西。可是反而很难知道大家对，好比说开放政府这个政策到底感受是什么。你们也聊这么严肃的议题哦？确实是，确实是。所以其实也可以没有比较就是轻松浪漫一点的，也可以讲说，就是说，常常因为我都准时5点多就下班。可是也可以说是常常我下了班才真的开始工作，因为如果我的工作是让政府更相信人民，那这样子其实大部分就是要实际去看彼此之间无法忽视的症结点在哪里。那所以其实聊的虽然都是时事，对，但是其实我也都会做成一些归纳或一些整理，那可能隔天上班的时候就来规划说，哎，这件事我们可以怎么样好好讨论。我觉得我这样听下来哈，唐凤，我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那你又非常的用功，再加上就是说你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你有你自己很不同的就是观察或者是你的一个意见等等的哈，那你有比较感性的部分吗？有啊，当然啊。你的感性会发生在什么部分呢？对谁呢？我会写诗，然后呢会翻译。那我其实心情一不好的时候，我就翻译诗， okay. 然后或者翻译一些歌啊这些。那所以在文学创作上面，其实是让我这个任何时候心情只要一低潮，马上就可以觉得说，其实日子还不错。这样子的情况。那你写的诗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有。那你可以分享一首，翻译比较多，可以分享一首中文的诗吗？我可以分享我最近做的一个翻译了。好啊。它是其实大家如果找我的部落格，Audrey.NU 就会看到。Audrey.NU 啊。对，那它是就是也是 Leonard Cohen 他的一首歌。那非常喜欢，对，我非常喜欢 Leonard Cohen。对，那像大家知道说，我很喜欢说，就是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那这个就是所有的有完美主义的朋友啊，可能看了之后呢，都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你自己 cue 出这句话，我就把手板顺便拿出来了啊。对，因为我事先有问他，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跟年轻人分享一句话，你觉得那句话你最想要分享的是什么？他就用了这句话，就是你讲的是英文，英文再讲一遍。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 is how the light gets in. OK, 好，就是凡事都有缺口，但是呢，有缺口的地方就是光的入口。所以就是说，也许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碰到了很多，我们一开始看起来实在是觉得很丧气、很不开心的事情，但是也许它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可能的转机。不过基本上就是说，你要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人了。是不是？还好哎，可能就是。中观吧，中观就是说，就是保持一个不特别快乐也不特别悲伤的一个方法。你刚才说，你如果这个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可能会写写诗啊，然后翻译一下歌等等的。你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情绪低落呢？其实我对人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像刚刚的那个，我之所以会去翻译，其实按照 Leonard Cohen 本来那首歌哈，他前面还有两句，他是说。Ring the bells that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就是说钟能敲响，
就敲响。对，实权的这个尊祖啊，不要指望。那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所以我只要觉得说我的朋友可能对自己要求很高，或者是说因为对自己要求高把自己逼得很紧，对，然后基本的生活品质可能比较难顾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感到很伤心，或者是就是感同身受。对，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进行这样一些翻译，然后试着说，哎，透过这种分享，文学的分享，我自己好过一点了，我也透过分享，可能也让看的人好过一点。啊哈，那这个 Audrey 对不对哈？你愿意谈谈，就是说，那你对感情的态度是什么呢？感情在你的生命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就说爱情好了，爱情在你的生命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它重不重要？我觉得与其说爱情哈，不如说是命运的交织。OK， 爱情好像是你向对方要求什么，或者跟对方进入一个什么里面。但对我来讲，可能更重要的是说，愿意去把自己的命运跟对方的命运这个交织在一起。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它是比就是一时的爱情，可能你进去再出来觉得迷恋这样子的东西，它是比较长远的。对，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般来讲感情关系都维持得很久。可是如果就像你这样讲的话，还是不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啊。就说如果你发生争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解决那个意见不一样的，或者是那种可能令你不是很舒服的那种状态？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是爱情里面有理想化的成分，对，那当对方就是出现了你不愿意看到的部分，让幻想破灭嘛，抱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常常会有人有一个反应，就是把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这个不好的部分都通通推到对方身上，然后就好像把自己的不好的部分自己身上都没有了，就让他的配偶或者就让他的对象加以承受。对，那很多时候就是双方是一个互相折磨的这样一个关系。那这个在心理学上我们把它叫做投射式的认同，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的某个部分，但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这个承受这个不好的部分，我就可以一直骂他。对对，那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说爱情，而是说是命运的交织，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双方的未来无论如何都是在一起的，所以说不管是我心里不舒服还是对方心里不舒服，都是要一起处理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不会有这个在我身上我想要推到你身上的这样子一个心理的动力，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只要是好比像说纠缠我的另一半的，那就是纠缠我，这不会有差别，我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个我要否定你，或者是我要觉得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等等。OK， 好，那如果谈完了这个感情，那我们来谈谈亲情。因为事实上像唐凤这么特殊的一个小孩，我觉得父母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很多人认识唐凤的父母亲，因为他们是媒体人，那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父母亲要花特别多的心力，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天才型的小孩，他怎么样就是说不让他在体制的教育里面受苦甚至受到霸凌，而又能够栽培他让他发挥他自己的这个才能。我相信你的父母亲一定也是算是为了你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所以亲情对你来说你怎么样去形容亲情对你的重要？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的父母亲啊，他们其实都应该是说他们对我的教育是建立在说像我爸他对我的训练可能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不要接受任何命令，包含他自己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投入，就是不管是台湾的民主进程或者是一些环保或者一些人权方面的一些进程。那在这些进程里面呢，我觉得当时确实是一个好像一切公民社会都可以开始长出来的那个情况。所以在那个情况里面呢，他们非常强调人的自发性。那这个东西也体现在他们对我的教育上，就是说凡是我做的事情跟他们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他们就说好，那但是你要讲出一个道理。对，那我只要讲不出道理，那他们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再回去想一想。所以呢，我从小就学到说我不管要做什么事情，它跟社会主流一不一样不重要，我就是要讲出一个道理。那讲出一个道理呢，他们也不会拿好像我是小孩就觉得我乱讲就可以应付过去，他们是拿就是他们跟同事的这样子一种标准在要求着。所以父母亲一直都是很尊重你的，你们之间即使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小孩，也很少会发生什么样重大的争执或者是冲突吗？对，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他们因为都受过这个严格的辩论啊或者是论述的训练，对，所以都已经学到说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如果双方会吵起来，对，很多时候是对事实的认知不同，
所以说我爸他很自豪嘛，他就是用产婆法苏格拉底法，他就会一直问、一直问我的假设，一直到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看世界的，那他也肯认说对，他没有用这个角度来看世界、那到这个程度其实有效的沟通就可以发生、因为确实他也没有办法从我的角度看世界，那我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学到说哦，原来他是这样看世界的、所以我觉得亲情对我来讲它是一个不断的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他们不会让我觉得说是他们要教我，相反的他们可能教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要自己教自己，我要自己学。 OK、所以你的人生当中可能有很多非常重要而非常特别的决定哈、那包括你很小你就去创业，那包括你就是自学了，你就是离开了这个体制的这个教育，那包括你成长之后你改了名字，然后你认为你是一个跨性别的人物哈、这些非常不同于其他人生的一些抉择或者是一些现实，你的父母亲对你都是一路支持的，都不会给你任何的所谓困难或困窘的时刻，都没有。其实Richard Feynman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说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骗自己，因为你骗人很困难，骗自己太容易了。所以说我的父母亲呢其实做的事情就是说，我如果做一个不同的决定，像您刚刚说的这些决定，他们要确定我是在完全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底下做出的决定，不是说我看了一个广告或看了杂志上的某个人就说一时糊涂或者一时清明、我要跟他学、对我要跟他学、那我觉得最糟的就是看到某个成功人物比如说唐凤了、然后说我要跟他学那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命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学的那个表面其实是其实牺牲了你本来可以成为的那个自己嘛、那所以他们就是我爸妈他想要知道就是说辍学不是因为我觉得辍学很酷、而是我知道我辍学要做什么、等等，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确实是起到了一个reality check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让我跟现实之间是一直保有联系的。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虽然可能有点老生常谈，不过我还是有点好奇，因为母亲节就要到了你知道，那像在母亲节的这种节日里面你会特别对你的母亲表达什么吗？好像还好。你会送礼物给她吗？会，像之前就是有就是用那个 HTC 的那个 Tilt Brush， 会带他进一个就是虚拟的这样子画出来的、都是跟科技有关的哦。因为那个是我的日常体验所以我们沟通当然是建立在好比像说他在学书法啊或者国画啊或这些东西，那我也就是当时是每个礼拜就是看他的作品。对，我们其实很多的交流比较像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也就是说我们自己都先把自己尚未处理完的这些情绪慢慢升华成创作，那当我们在做交流的时候已经是创作层次上面的交流，那我也觉得说这样子的就是彼此交流的方式它比较深一点，它比较不是说你今天生气了我就陪你生气、你今天就是感觉不好我就陪你感觉不好，而是说我们可以去更抽开一点点去看说同样的一件事还有哪些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跟我妈一直以来相处的方法。OK， 好，非常谢谢唐凤愿意回答这么多看起来是比较个人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一开始我有请教他，我说有什么问题你特别不能谈的吗？他说没有问题，就是他很希望跟大家很真诚的因为他说要用真诚去取代威权嘛，对不对？刚才你讲了这么一句话，对，要用诚信去取代威信，诚信去取代威信。OK，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网友怎么办？你真的每一个人都要给一句话吗？可以啊 ，OK， sure， 好，看吧。然后大家真的可以陪我们到午夜吗？对，当然，大家都点头耶，当然。好，我一直没有怀疑这一点。OK， 那还有两个小时。对。请加油，请按分享。如果你是个夜猫子然后你对唐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你想要请教他，请你们很真诚的，就是把问题提上来。我觉得唐凤他都可以回答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希望我们当然是做非常正面的交流，或者是很可爱的交流都可以。OK， OK， 这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夜晚吧？曾吉祥这位网友问说，自然人凭证是否有考虑开放到商业化来使用？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内政部自然人凭证中心的同仁哈、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刚提了这个想法、他希望得到你的这个同认同。我们还在审查，但是很多的那个背景资料我们还没有就是完全 go through，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上面做政策宣示是不明智的、但是我们确实正在讨论这件事情。 OK， 好。James 问说 James 是否思考过使用自动驾驶取代大部分城内运输跟郊区运输。这是很好的问题、
自动驾驶现在呢，其实有一些部分，好比像说慢速的，在封闭式场域里面的一些巴士，对，好比像说所谓的 last mile 最后一里，你可能从一个车站，然后你要到一个旁边的什么地方，那个路是固定，也没有别的车在上面。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确实目前自动驾驶已经可以做到蛮安全的。嗯，现在问题是大家习不习惯？对，以及法令有没有调试好？嗯哼，那所以呢，我们应该会从这样子的慢速的、封闭式的、固定车道的先开始做。嗯，你就把它想做成是一个软体所定义的轨道好了。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慢慢逐渐习惯之后，我们再开始把各种其他不同的车种呢加以开放。嗯，当然呢，另外一部分也是大家要看到自驾车跑起来到底是怎样，或者自己愿意来做一些自驾车的一些软体、硬体。嗯，那这些呢，我们刚好就是在国内最近才刚盘点所有跟自驾车相关的厂商。嗯，那如果大家去我们 PDIS 的网页，对，去看我们的就是 track， 就是我的每一个会议的记录，点自驾车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内的厂商的一个简报。嗯，那有一位网友昨天看了说干货非常的多哈，表示真的是很有料。是，那各位看到就是我看到的。嗯，我也就是看到这里。 OK， 好，然后继续哦，你看这些问题都很多。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哈，因为问题多我们就尽量快速快速快速回答。嗯，让每一个网友都知道你注意到他了哈。嗯，James 许的第二个问题是医疗系统是否可能和开放政府一样能够办得到开放全开放，你的了解跟经验是？是，就是说你要相信医疗系统的话，确实它的整个过程是透明的，我觉得这个仍然是非常重要。嗯，那但是呢，之前的一个困难是说在即使是卫福部好了，它的里面的各个不同的署之间交换资料的时候呢，确实是碰到一些不管是技术上还是法规上面的一些困难。那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确实是一步一步在检视，但是我同意就是这些东西的互相借接的方式要透明，这个部分是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信任，确实是这样。 OK， 好，其实很多人哦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比如你看好自动化的问题，刚才你不是有人提到这个自动驾驶吗？嗯，那也有人提到就是说未来有很多的新创，那很多科技在提升之后，其实很多的劳力的部分、人力的部分就会被取代了。嗯，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吗？那事实上我们很多人会不会担心说，那未来很多工作我们就找不到工作，我们就被取代。嗯，人力就被取代了。确实从工业革命开始就已经是这样嘛。那但是一开始被取代的可能是一些劳力上的工作。嗯哼，那但是呢，接下来因为就是机器学习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重复性的思考的工作也是会被取代。嗯哼，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这是让人做的工作比较是像是人应该做的工作，就是价值的判断、沟通、交流、互相体谅等等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因为机器的智能跟人的智能是不同的，你把它想成另外一种生物好了，所以它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人的个人主观经验来同理你。那所以说呢，机器能够做的事情确实是让我们一些之前只能在脑里运算的东西慢慢移到外面去。可是呢，它不能够取代人每一个个体他的主观经验、他的感受、他的价值。所以说人跟人之间相处的这个工作机器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它能够取代就是一些冗工。好，那但是呢，这样子讲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因为被取代的人怎么办？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说的是机器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说它可以按照每一个人不同的人格、不同的学习历程来教你。嗯，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工作真的被机器拿走了，对，你想要换成一个可能比较就是异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比较这个有趣的工作，可是你需要训练、需要学习。这个训练学习呢，机器它可以教你，而且呢它的这个教学呢就像反转教学一样。嗯，你可以不断的重新播放，你可以进入很多模拟情境里面，也就是说有结构性的这个实验，但是也有结构性的重新训练就业。嗯，这的可是一个两面刃。嗯，人工智慧既然能够把这个部分变成没有成本，它也可以把教育或者学习的这个部分变成没有成本。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确定说，我们告诉大家，好比像说12年国教，他7岁进去的时候看到的学门跟他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学门18岁会不一样。嗯，因为世界真的变动得很快，但是他只要保持好奇心，就是自发的这个精神，以及愿意跟人互动，以及达到共好，这些价值性的东西它可以一直保留。然后它想要转换许许多多的轨道，中间都有机器学习可以帮助它。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国际上面大家最担心的一个趋势就是，这样子机器智能做出来的东西只有少数人可以享有，那大部分的人他因为教育程度、因为没有宽频、因为没有这个数位的接取能力等等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被遗忘了，
就变成好像是上一个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嗯、那这就为什么对我们来讲就是数位机会的平权永远都比一小撮人冲到最前面、嗯、要来的重要。对、uh-huh, OK 刚才唐凤说了一句话哈，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啊，这个可能是让所有的包括父母跟他们的年轻一辈现在的年轻世代非常焦虑的地方。所以刚才唐凤政委呢他提到就是说哎，可能有很多的工作你会被取代，那可能也会有新的机会出来，那这就一点很重要了。其实我刚才看到有很多网友问的就是教育的问题、嗯、就说当一个新的世代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看看现在我们就想在十年前二十年前都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了、嗯、那我们再往前看十年二十年可能跟现在也非常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学的到底能不能够应付我们未来的那个社会跟那个时代、嗯、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所以教育的一种比如说更自发更多元或者是更不受现在的体制内教育的那种束缚跟规范、嗯、或者制式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嗯、可是我们来不及啊，因为我们没办法呀、嗯、那这点很多人提到了教育的问题，就是说封闭的填鸭、嗯、社教的体制下面的年轻人又该如何突破这样的框架，你对于教育制度的看法？确实了，就是说这是邱胜志问的，我们之前就是教育的那个教的部分是非常强调的，就是所谓填鸭嘛，对 one way， 对，那育就是你陪着他慢慢长出来这个部分，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很着重，可是我们很难说所有的都是这样子，有些呢也是有点揠苗助长，有一些呢确实是用成绩的比较或名次的比较、嗯、在扼杀大部分人的原创或者自发的能力、嗯、这些都是真的。那我们在新的十二年国教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一部分的调整是说如果你现在对学术感兴趣，但是接下来你发现其实你对技术感兴趣、嗯、这种在以前呢你在高一的时候其实那个轨道就已经慢慢定了嘛，对，那但是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不但你可以在这个不同的轨道技术高中综合高中可以自然的以及普通高中中间切换、嗯、而且暑假还不用补太多课、哦、而且呢你可以在不同的特色的学校之间切换、嗯、因为我们把大学才有的那个选修制或者是学校的特色课程落实到了高中这边来执行、嗯、所以说呢朋友们就可以花很多时间来探索自己的兴趣、嗯、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兴趣哎，其实不是我真正的兴趣，在转换的时候他也不用付出太大的成本、啊、我觉得慢慢就会大家学到说其实每一个小孩他长大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领域，对，他不会再需要去符合某个特定的领域的一个想象，因为领域之间的疆界在不断的被打破。可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部分，那现在看起来还只是一个理想嘛，就是说比如说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去做自然的切换、嗯、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好像还没有做好、嗯、我们课纲领纲都写好了，都写好了，现在我们在等课省会哦、okay, 那所以其实应该就是就要期待他接下来就要我们配套措施就是先做嘛、嗯、对，那目前好像是看起来是2019年就会开始正式上路、嗯、OK 好，就是教育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世代来讲啊，或者是父母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呢这一位许佑仁先生哈，应该是先生，他说唐政委共益公司专章修法社会企业都非常期待，听说经济部对经济部跟你对这部分的修法是抗拒的、嗯、请问你是否支持共益公司专章的修法？Well, 就是说当然就跟其他的一些法案一样，专法专章专节专条对都有不同的支持者，是，那所以说呢我们之前在 V 台湾过程里面大家收拢的一个概念、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社会企业它其实就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做的一个事业，嗯哼，所以呢它当然也赚钱，但是那是因为它能够永续的继续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嗯里面有一些适合用公司形态、嗯、也许有些适合用基金会或什么别的形态、嗯、那大家都不希望说好像我们通过了这个之后它就只能用公司的形态、嗯、那这件事情在厘清了之后，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叫社企公司了，就叫做共益公司、嗯、在这样子的最低程度的这个组织上面我们留下这样一个空间，但是实质上面再要填什么内容进去，我们接下来会非常详细的去跟就是各地的社企的朋友们进行座谈、嗯 okay、那也包含一些想要进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盈利的公司、嗯、他们可能觉得说我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可是我愿意在我经营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对，而且我愿意锁定这个使命，嗯嗯，就是说我的公司存在除了赚钱之外我同时就是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那我们会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去尝试去想说
除了赚钱之外，我还想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嗯，所以这个东西对这个的推广概念的推广，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对，那经济部也并没有阻挡。嗯，事实上是，嗯，社会企业当然这个概念这几年来就是讨论的非常多哈，就像刚才这个唐凤政委所说的，除了就是要有利润之外呢，还要看就是说这个企业对于社会会带来什么的价值。嗯，不过唐凤政委，我还是必须要提到，就是说，嗯，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于未来感到是相当的茫然，或者是有一点忧虑哈。嗯，因为你的整个成长历程非常不一样啊，你天赋异禀，你在16岁的时候你可以开创自己的公司，嗯，然后你33岁你可以宣布退休，因为你认为你可能赚到了，就是说你不需要再为五斗米折腰。嗯，可是33岁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还没有找到一份他自己认为合适的工作啊。那所谓的前途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那个钱就是 money 的那个钱。嗯，因为22K 的魔咒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薪资倒退到16年前都没有成长，所以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讲，你给他比如说什么亚洲连接矽谷，嗯，给他这个数位经济，对他来讲可能是有点遥不可及，因为他没有办法契机到那个地方，他解决的是他眼前的前途的问题。那你给这些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把创业的门槛降低的时候，我们还是讲的是说，哎，让越来越就是有新的想法的、有突破性的想法的朋友们能够去探索他真的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他的父母或长辈觉得说，哎，就是要有一口饭吃，所以做的事情。嗯，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朋友他们看重的，当然最基本的生活或生存仍然是很重要。嗯，对，可是他们看重的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我这样一个人，我到底在做的事情对社会能够产生什么意义。嗯，他们还是有许多的价值，那这些价值要怎么样落实在社会上，当然就是所谓的很多人会说是一个进步的一个想法。嗯，但是我自己会除了说进步，说整个社会要进步之外，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对自我实现的要求，比起上一代或上上代来讲其实高非常多。嗯，所以才会有说很多的青年的创业家他会来跟我说，抱歉，我创这个社企我是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但是呢，如果现在呢你通过一个政策或者是透过产业的结合，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了，也许他就失业了。嗯，但这样他更高兴。嗯，他不像可能别的创业家他会觉得说，哎，他要占有市场100%他才高兴。对，他想要看到是这个价值的体现，而他的创业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讲的是，仍然是说人的价值不是靠他的 worth， 不是靠金钱来衡量的。我们当然应该要这个把青年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然后应该是把就是世代之间这种无法互相谅解、无法互相了解的这个情况，我们最近有很多嘛，我就不讲新闻了。嗯嗯，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透过世代之间的彼此对话去看到说，确实台湾现在的这个结构性的经济的情况跟可能8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透过对话慢慢之间达到世代之间的了解。嗯，对，达到了解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我们去冲80年代的那个价值要来的重要的。反过来讲，在80年代成长的这些朋友现在也可以就是多跟年轻人对话，以及多帮年轻人一些。其实我非常就是也不能算惊讶了，因为我觉得确实可以理解哈，就是说很多人在网络上提了跟教育相关的问题。嗯，那也跟您的情况有一点类似哈。像秋芬他提出来说，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最希望得到来自家庭的什么支援？他说他也有一个学习相对非常快速的小孩，他很希望知道这样的孩子在心理层面需要什么样的协助。嗯，我先问你，你从小比如说在你10几岁或者是7、8岁的时候，你自认为是快乐的吗？8岁的时候当然有霸凌，霸凌呢是一个非常没有办法沟通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当然是不快乐的。那之前之后我大概到12岁左右开始就比较恢复了。那所以可能只有8、9、10、11这4年比较不快乐。其他大致上来讲都是比较快乐的。那你现在呢是最快乐的时候吗？当然呢。OK， 那我很高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就有很多不同的历程哈。那对于一个其实非常聪明的小孩，然后他现在进入了政府的体系，其实我也很好奇，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他会想说，哎，唐凤进入政府一定很不适应啊，搞不好这个很快就铩羽而归了。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他，哎，他的回答是他适应的其实还蛮良好的，而且现在是他很快乐的时候。那刚才回答那位秋芬网友的这个，他是说他认为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学习很快速，比如说他可能智商也很高，他可能一般体制内教育他不敷使用，那你觉得家庭给他最大的支持是什么？心理层面上，我觉得心理层面上面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放弃掉那个骄傲的想法，
把它想成是一起学习啊。如果家因为好奇心重的小孩，他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有人跟他一起学。对。那如果家长他完全不表现出好奇心，甚至对小孩的学习情况也没有好奇心，这个时候他当然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只能缩回我自己的世界。但是呢，家长呢，当然他学习的速度不一定有他的小孩那么快，因为毕竟人小的时候学得很快嘛。但是呢，他可以去说，哎，那如果这个部分可能我不懂啊，反过来小孩来教他，或者是说双方呢这个一起去探索一些知识，或者一起看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材料或影片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小孩觉得是旁边是有一个对他好奇的事情也好奇的人，我觉得这个在心理上的支持就是非常的大。对我自己来讲，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父母就是不管我学的东西跟他们平常的所学在无关哈，他们也都会就是表示兴趣，而且到最后，哎，确实也学得不错啊。OK， 好，还有一个题目哈，网友问的，他说虽然跟您的专业无关哈，但是他很想要听听你对于婚姻平权的看法。我可以先请教你，你个人会不会希望进入婚姻，就是在法律的层次上？没有哎，目前没有这个想法。OK，你觉得你未来也不会一定需要进入婚姻这样的状况？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子的需求。好，那您对于这个婚姻平权的想法看法？我当然觉得说，一方面是有一些朋友他很在意婚姻的价值，因为毕竟台湾离婚率还蛮高的，所以他们不希望说婚姻或家庭完全丧失意义。那另外一边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哎，他应该是平权嘛，人不应该是因为他的就是先天的一些情况而被剥夺一些权利。我觉得这两群朋友对于婚姻的在意的程度都远比我高，他们之间的共识呢应该是比我多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透过讨论，我觉得到最后是能够讨论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版本。那我自己反正是用不到了，但是就是我非常愿意看到这样对话的样一个状况。OK， 好，这是这个唐凤中委员他对于婚姻平权的看法。那这个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搓搓乐一下。我们准备这个里面哈，这个礼拜搓搓乐里面的问题呢也都是网友之前在我们的平台上所提问的。那刚才那个题目呢是好像是 Philip Chen他所提出来的哈，那其他包括像陈正恩、潘科元、Terence 赵，还有钟荣涛哈，这个徐庆林、陆怡珍、Ted Lee 等等，很多问题都在这边，但是我们可能真的消化不了。但是您会愿意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上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吗？其实还有一个半小时哎，对不对？还有半小时。我本来是想要帮你找个下台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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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那个紫薇的这个杀气又过来了，你还要开车？还有半小时，okay， 你先下班，你先下班，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啊、，OK， 好，那我们当然我会非常开心哈 ，OK， 因为事实上，我认为沟通是一个，它需要一点时间啊，因为它可能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的。哎，不好意思，我还没问你，我就没关系，你就冲了，我就很激动的这个，好，佳奈挺住啊，OK， 好 ，OK， 哦、oh。这来你自己念，这个也是网友提问的。是，这是一位网友问说，我们将来是否会走入全球性的虚拟货币？哎，这个、因为你以前说希望人家付你这个什么比特币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将来啊，现在就已经有全球性的虚拟货币了。那不只是比特币嘛，包含以太坊，包含很多其他的货币。那其实我们说未来的时候，它通常是已经来了。它其实还没有均匀的分布，对，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用比特币，有些人用以太坊，有些人用别的，但是它还没有变成就是大家都用。可是你问这个是不是全球性的，都是全球性的、啊、都是全球性用户，它其实已经分散在所有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这个走入啊并不是整个社会一起走入，对、而是愿意走入的朋友们慢慢开始选择走入、我觉得这个重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当技术来的时候有点像是脚踏进水里，先愿意进水里的朋友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到底是什么状况，整个社会呢再来一起讨论说，哎，这个是饮用水啊，还是要可以喝的啊，还是要可以用来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如果这个朋友们一下子就把说，哎，这个很棒，然后就像某些这个哺乳类动物一样会一个一个跳下去，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回头就太迟了。所以就是说鼓励创新，鼓励实验，然后让实验的人不需要丢脸，他实验不管成功失败回来跟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主意，这真的是很重要。事实上说到钱呢，大家就会特别的谨慎，因为我知道呢
是就是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网络银行呢，他们事实上也不太敢使用。嗯，那当你说到了所谓全球的这个虚拟货币的时候，我不知道真的那个技术真的是滴水不入吗？就是它不可能会被所谓像你这样的国际骇客或什么可以破解之类的吗？我想说的是说，其实骇客哈，就是有黑帽子的嘛，破解了自己赚钱，对，白帽子破解了呢送这个修补让它更好，是。但我其实是不戴帽子的，不戴帽子的意思就是说我看到系统的漏洞，我想的是我怎么弄一个新的系统它不要有这个漏洞，但是我不会想要去修补或者想要去这个利用本来系统的漏洞，对，所以这个先讲在前面，我不是做自安的侵入式的这些朋友。 anyway， 但我话回来讲的是说，当然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觉得说一个技术就是百分之百的颠扑不破，就像也没有百分之百颠扑不破的法律是一样，对，但是呢法律素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这个社会上面只有一小撮人懂法律，其他人都不懂，到最后就是说这些人如果走偏了，对，或者是方向走错了，没有人来纠正他，没错。所以这里的重点是说，大家对法律的基本素养就是像一个阶梯一样，大家都有基本素养，少数人可能多一些兴趣，再少数人是专业者等等，那我们对技术呢也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还是要回到那个新的十二年国教特纲，我们把就是资讯以及媒体素养融入在每一科的教学里，就是希望说大家对于资讯对于媒体都有最基本的素养，有兴趣的朋友就高一点点高一点点，慢慢我们就会有一个阶梯，你对一个技术不懂你可以问比你懂一点点的人，他又可以在网上问，只有这样子的社会他才能够支撑一个成熟的技术，而不是破坏式创新就真的破坏了社会。OK， 好，他刚才说到了这个法律的基本的素养，那我想到有一个网友的提问，不好意思我忘了你是什么名字了，他就有提到说哈，因为现在的这个数位啊，这个科技啊，哈，这个什么 AI 啊等等哈，进步的非常的快速，他说在国外呢已经有很多的学校在小学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要学写这个程式，你赞同吗？其实呢我自己是觉得啦，它就是像是外国语言，那或者是法律，它也是一种专业语言。对，我觉得看得懂是很重要的，知道它如何运作是很重要的。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写？其实不一定。对啊，如果像我对一点都兴趣都没有，你要逼我写，我也写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呢？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教育里面要问的是说，我们怎么样把程式或者甚至以后人工智慧融入教学，让人跟机器一起学习。而不是说大家都到最基本的那个就是写就是组合语言或者是写 C 语言的那样子一个程度，因为那个只有需要到最深的地方，想要去改动这个比较专业的部分的人才需要了解，但是在越上面它跟我们人跟人之间沟通就越像，那在这个程度上面去了解说什么是演算法，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说设计思考、演算法思考或者媒体素养这个东西要在学校里教，但是它不是靠让大家来练习一些千篇一律的程式设计来教，就像我们会教文学欣赏，可是我们不会让小孩一直去默写一些千字文哈，可能有些地方还是这样教，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他对他的创作的能力的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不是唯一的教学方法。 OK， 好，那我们再回来戳戳了好不好，这次我会记得让你挑了，没问题，好，我不会帮你乱弄了。 OK， 你要哪一题？中间这个，好的，来来来，嘉奈，好，你看看我们有九题哦，我刚才这个误破了一题哈。OK， 不过那题目也是不错的啦，虚拟货币是不是？是好哦，这个有四行，哎、啊这个就正好是我刚才就是因为你提到了这个法律的基本素养，我就连带问你看看，我脑袋还不错，对嘛？所以就是说，这题就是这个对网友问的，我们把它放在有几个国家已经着手，不过他也有问说是不是中学以上的基本必修？我们确实在中学的时候是有安排，就是程式设计，但是那个也是理解程式设计的精神，什么是演算法，什么是资料结构，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像写作文一样一定要写出这个长篇大论。而且我谈到必修，我就认为那跟才适性不是有点矛盾吗？就是如果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数理或者是所谓电脑啊运算这方面的小孩，我就是喜欢比较艺术的比较文学的，那你一定要我去学写程式吗？对，我还是觉得听跟读是一回事，说跟写是另外一回事，我还是觉得听跟读是重要的，就像说我们觉得说你基本上看到英文如果看不懂至少会查字典吧，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写英文的散文写英文的小说，是，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那所以同样的我们如果把程式当作一个外语来看待，我们要学的其实是它的后面的文化，就像我们学英语我们要学的是它后面的西方文化，对，而不只是你要背多少个单字，那个意义真的比较小。 OK， 好，我看到了 YouTube 有一位高中生哈，我特地帮这个高中生来
他叫做、你帮他念一下，他会很高兴你啊、蔡德祥哈、同学，他说我是一位高中生，可以问政委能给我一些建议哈、在于这些未来的趋势当中，年轻人到底方向要掌握哪一些？我其实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看一个人的名字就给他建议的。好看，不是看手相了，也不是看面相、对对对， okay, 算笔画之类的。他当然希望你说有一个比较对主流的方向。对，没有这种竞争力的，没有这种东西。啊、通常我就是这报名牌嘛，而且我就是要报名牌啊。我通常是要跟一个人长期相处，可能几百个小时的相处，我才会讲出任何建议性的东西。那你的意思要跟他个人有关，不然的话可是这位这个德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跟他个人无关，就是一个未来的方向。比如说我是不是就一定要去学这个电脑啊、数位啊等等的啊，这些是不是对他来讲会比较有竞争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要给一个具体建议，就是说不要把竞争力想成是跟别人的竞争，应该是想成自己对自己想做的事情跟你现在有的能力中间的比较。对，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算今天做得不好，你不是别人来评断你不好，而是你把你这个人生想要做的使命，你靠那个水准来评断你做得好不好。对，那做得不好呢，明天做更好一点嘛，就是了。但是如果你是把它建立在你跟你隔壁、你的同学、你的同校的竞争上，那就完了。因为你不管做得好或不好，只要这个转学一个人进来哈，马上就破坏掉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他是建立在相对地位的时候，这个竞争力是不靠谱的，是没有意义的。那但是如果他是建立在说你对你的人生选择的一些价值，你的能力能不能称得上这些价值的这个竞争，对，这个是有意义的。好，欲罢不能。而且我看到杨小姐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想问。她说蔡总统就职演说的时候呢，已经明确地指出台湾青年低薪的问题了哈、那么想请问唐凤，就你所知道，目前整个的政府真的有在思考规划如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盘性做法吗？脱贫。有。那我们青年咨询委员们其实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一届的青年咨询是院级的，它不像之前是比较是教育部下关心的是教育问题或者这些问题。这一届的朋友们最关心的，包含年轻人的待遇，也包含就是多元文化啊、原住民族啊，所有这些人权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说我相信我的所有的这些青咨的委员们，他们关心的这些结构性的东西，目前正在我们青发署进行一个结构性的盘点。对，在之前的那个应该是冯燕老师吧，在进行这样的盘点。但是我们在这届里面呢，我们会不会把它局限在什么就学啊、创业啊这几个东西里面，而是所有青年他的生活的层面，对，包含他的低薪，当然也包含是他也许高薪，可是他是要工作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够换取那个高薪，或要做好几份工作，或者是说他的工作跟他的人生价值之间无法对齐，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会有一个通盘的检讨。那这个通盘检讨在上一次青咨开会的时候已经请青发署去跟各个部会调资料了嘛？是，可是这个可能跟整个国家的产业政策、你的经济活水能不能够进来、能够让企业可能因为更赚钱，或者是说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个就业的工作，让他们可能有升迁的管道，更活跃，这可能也有关系吧，而不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可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后面有一个想法，就是它是一个稀缺性的思维，好像说这个社会上面只有某几种产业，这几种产业里面就是有几个赢家的产业，这些赢家的产业呢，它就是有几个位置，那但是呢老人呢健康都很好，所以呢位置呢可能也放不出来，那年轻人就没有办法晋升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挤破头要挤到这些稀缺的位置。可是当我们在说数位转换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是说因为数位转换的关系，因为人工智能，因为这些东西的引入，我们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领域。对，那个领域里面也许真的只有这一家公司，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有说我们要等这个大公司放资源出来，而是说每个人要开始能够定义出我会了这个，我会了那个，我会的这些东西的这个结合真的是 unique， 就是真的是别人没有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慢慢我希望大家就会把就是工作跟他的就是只是上班开始有一些分开。像我会说我在做开放政府的工作，可是那并不是因为我在行政院上班，我在哪里上班我都在做开放政府的工作。只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才能慢慢定义自己的工作，并且在全球的价值链里面去把这个
世界想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价值，跟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的美好的这个，不管是物质上面还是精神上的价值，去进行对接。那本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比较是代工式的，或者是一个特定产业的思维，它仍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它就是许许多多的领域里面的一个。我们不会再全部投注在这样子的一种思维上。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迈入所谓的已开发国家了，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再去用，就是我们有一批很新鲜的肝来在国际上面进行定位，所以这个转型确实是大家不习惯的。那但是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去想象，好比像说2030年的世界是什么，台湾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怎么样去连接亚洲或连接其他的地方。那在以前其实政府很少做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说是愿景思维似的这样一个思考，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分工链里面已经很清楚了。对。但是现在呢，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可以去设定旁边的分工链的一个位置。是 OK。那唐凤政委，你会不会认为说，当然了，我觉得年轻人他想要为自己的前途突破，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可是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静态的等待，可能环境变好。最主要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所以你自己本身，你会不会同意说，我们也必须要不断的去，就像你说的，你要开放你的眼界，你要多方的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是什么，你要增加你自己不断的条件，会不会那也是让你突破所谓低薪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功课呢？其实我自己在刚创业的时候啊，就是我花费是非常非常节省的，大部分的创业家都不会给自己太多的薪水，然后就是生活够用就是了。然后其实在创业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是连续失败四五次的创业家，他大部分的时候的生活水准是应该是去比一个一般的产业上班的人要低的。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前提里面，我觉得重点不是你给你自己的薪水多高，或者是产业给你的薪水多高，而是说你花多少的时间再去稳定你的价值，知道你的价值跟旁边的价值之间怎么样做连接。如果是要立竿见影的马上就要赚很多钱，那可能就是要问说，哎，可是你打算把这个钱拿来做什么？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每个人对消费对于金钱有不同的价值。对我来讲，这个真的就是够用就好，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不对，这个是我的跟同侪的相对价值的一部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价值的判断，我不会去说哪个是好哪个是坏，但是我想说的只是说，如果你把很多的心力是放在跟别人的相对的这个比较，他的薪水那么多，为什么我只有这样一点点上面，那你就少了一些心思去花在你自己的价值怎么跟旁边的人一起创造价值上。那这个听起来很抽象，但事实上讲得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说要创造。如果是一直消费而不创造的话，支撑消费的那个动力啊，对，有一天是会不见的。那我可以请教你，动力是会一直在的。那我可以请教你，你现在一个月大概花费多少？你觉得是足够的？就是你需要花多少钱在生活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如果只是就是食衣住行这些，其实院里面都已经帮忙付了啊，你就零元消费就可以 survive 了。确实是这样啊。哦，那太好了，院里都帮你，就是你吃院里的吗？是有便当，有便当，70块还是80块？哎，那你晚餐你总要自付吧？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我常常就是吃的非常简单，所以其实也是可能100下。OK， 这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政务官呢，就是院里面提供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我们可以专心工作，我们不用去想太多，就是太多其他的事情。那当然，薪水确实比起我之前当顾问的时候，薪水可能低很多嘛。但是呢，好处就是说，我不用切换在各种不同的专案里面，是我就可以专心做这一件事情。OK， 好，我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旁边一直非常不安，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爆掉了吗？还是我们的电池又不够了？他说收音很不稳呢，一下小声，一下大声。是吗？现在是收音很不稳吗？现在各位网友，现在是晚上的10:41啊，我们大概是这个沈春华关键秀有史以来做的最晚的一次。那当然最主要也很谢谢这个政委唐凤呢，他允诺我们，就是说哎，他尽量回答这个所有线上网友的这个问题。那我认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事实上也有助于我们大家哈，不管我们对公部门的议题也好，或者是对我们自己生活所需的议题，或者是对年轻人的未来，我们可以有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沟通。这应该也是应该是一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这当然这就是我的工作、啊、对 OK， 虽然今天加班。然后那位工作人员又出去了。那位工作人员出去了，表示我们的声音好一点了吗？OK， 对，稍微这个简就是我们有朋友在说啊，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检查线路的时候也让听众去个洗手间之类的。
好，那现在是休息个五分钟之类的，没问题。各位网友哈、你们听得实在太专注了，当然你们随时可以去上洗手间，不能上洗手间的只有我跟唐凤，OK？ 所以我不能随便离开这里，但是你们 OK， 但是记得回来就好，然后记得就是分享，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谈。我的戳戳乐里面还是有很多网友，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对对对，哎、okay, 将来干嘛？你想睡了哈？不可能吧？好 ，All right， 哎，对不起，我又忘了问你。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轮流啊，轮流。好，我们尽量，因为这九题不多了，我们尽量把它全部问完。好，那这一题哈，好，OK， 那你自己来开讲哈。好，没问题，来。哎，这也是个大题目，但是也可以听你讲讲看。OK， 有朋友说这个希望我们把水举起来，让大家看到我们真的是有水的。OK， 不是没有喝水。我也举了我的水出来，让他在看的时候。Okay, 但是呢，这个政务委呢趁空喝了掉半瓶，对对对，我一口都没喝，你看多可怜啊！喝一下，对，我喝一下，对对对对，那把镜头先 take 没问题。没问题好 ，OK，OK，、okay, okay, 好。OK， 这个问题很大，他是说。什么是台湾在国际上面现阶段有机会作为筹码值得发展的实力？有吗？我们有这个筹码跟实力吗？在国际舞台上哦。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大，而且台湾这两个字对每一个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分享一下了，台湾对我来讲是一个地理概念。大家在我快上任的时候，可能曾经听我看我回答过。说台湾对我来讲的未来啊，就是不断向上，仰望星空。因为对我来讲，台湾就是一个400万年之前就形成的一个，有人类之前就有的，没有人类了还会有的的一个岛，一个舞台。那在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生命。那之前当然有很多动物、植物，现在有人类，未来也许有新的机器智能，对不对？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所谓台湾的筹码或者台湾的实力。完全是看你在看台湾的哪一层，也就是说经济有经济的，文化有文化的，我们在教育上面有教育的，即使是开放政府这件事情，它也是我们在实质外交的时候非常多的国家愿意跟我们学习，甚至回去要求他们的政府说为什么台湾做得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在这整件事情上面，我想要说的是说这完全看你关心什么。如果你关心的事情刚好是你附近没有朋友在做的，你当然会觉得说啊，台湾在这方面很弱，台湾没有筹码。如果你在关心的这件事情刚好是你旁边的朋友都很强的，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台湾在这个设计上面，或者是说在某一个领域上面，哎，真的是指全球之牛儿。那也就是说，我觉得这还是看每一个朋友自己在意的那一个工作是什么。而不是说有一个想象中的大家一起这个怎么讲，好像说有一个代表队得第一名了，大家都得第一名的那样与有荣焉的这样子一个共同体。但是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是 anarchist， 我不是我不觉得国家或者阶层啊有什么意义。对，但是我理解说绝大部分的朋友不是这样子想事情。所以说我也回过头来就是讲说，一般性的当我们在说台湾的时候，也许这一位朋友问的是说台湾在哪些产业上面的经济上面，在全球的价值供应链里面是能够出头的。这件事情我们有几个想法，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在好比像说刚刚提到万物联网这件事情的几乎所有的硬体的部分，以及所有的感测器或者是中间的这个联系的方法的这些部分，零组件的部分，或者像自驾车它就是一个空间嘛，空间里面装了很多万物联网的东西，里面你把每个部分拆开，台湾在产业的里面都有优势。但是全部整合起来以及在上面进行就是所谓的分析应用，所有这些越软的东西，那我们越靠就是国际其他大厂的帮忙，这是事实。对，那所以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接下来的优势就是在让新一波这种用跨领域或甚至是取消掉领域的这个方式来学习，跨学门的朋友们，对，能够掌握我们在这种中阶或者是更底层的这个优势，然后去把它应用到应用面的或者软体上面的这个优势来。所以在这里面同样是万物联网，我们就会希望说从完全只是制造或者是完全只是这个一些零组件，慢慢可以变成说想出一整套体验来，然后在体验设计上面能够去让大家发现
现说，哎，台湾人是愿意来去做体验设计，而且设计出来的体验是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特色，而且也能够说服旁边的这个朋友们。那在这整件事情上面，我要讲的是说，这只是 IoT 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在每一个事情上面，我们都是从跟机器或者是跟底层的技术近，慢慢走到跟人近。你如果走到跟人近，你的这样子可以 apply 的地方，可以应用的领域就更宽。如果是跟技术近的话，随着技术的汰换，那这个东西是会跟着汰换的。但是虽然底层的技术改变了很多次，当我用好比像说这台 iPad 或者这个东西，它的体验其实是持续的，不管后面的技术换了再多次，可能之后就可以卷起来了之类。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专注在体验或者服务的这种比较文化性的设计上。那在这个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说文化、技术、教育、创意各种这样的东西，它是能够汇流的，而不是像在底层的时候是各做各的，大概是这样。OK， 好，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近来哈，就是说自从这个蔡政府就是蔡总统上任之后呢，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后，那么通常都会有不同的单位做所谓的市政的这个满意度。那看起来现在的市政满意度并不高的哈，因为整个经济的这种产能啊各方面好像还是没有这个太大令人这个惊喜的这种展望。那很多人就会把它归结于在政治方面。那刚才因为唐凤政委你提到了，你认为台湾就是一个所谓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哈。那但是两岸之间确实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政治方面的一个对应的关系，有两岸之间的这个对立。好，那你个人会不会认为说两岸之间的这个敏感或者是说这种特殊的这种对立的关系会影响到所谓台湾的整体的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走向，或者是优势，或者是发展，您对这一点你是忧虑比较多，还是您觉得这一点基本上我们其实不用太过忧虑？其实不瞒大家说哈，我在进了行政院已经是数位政委的时候，我还是有在线上开 VR 的教学课程。那在收听的朋友里面呢，就有高雄的朋友，可是有杭州的朋友。那我们在这样子进行教学课程的时候，我们是把各自的教室都建模，然后呢带上 VR 之后呢，就把这个不同的教室结合，成为同一个教室，好像大家都在一个空间里。那同样的课程我也在可能西班牙、可能美国、可能其他地方都有开过，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只要能够进入这样一个虚拟空间呢，他就是一个贡献者，他就是一个参与者，所以就无国界了吗？你的意思是？对，就没有国界的分别。那这件事情我其实是问过院内的，就是同事们说，哎，这样子适合吗？我现在已经是数位政委了，我是不是还适合去教学生？那但是他们也是尤其是教对岸的学生，对，尤其是教对岸的学生。当然我并没有收钱，但是这是那但是其实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看直播嘛，跟大家现在翻墙来看直播是一样的事情啊。我也是回应学生的意见啊等等，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其实它就没有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隔阂。是，那我也不用担心说我去那边会被消失之类的，对不对？就是说大家是在一个是一个没有办法互相肉体伤害的一个空间相处。那也不瞒大家说，就是我后来做的很多外交上面的沟通的工作，其实往往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做的。因为在很多多边的外交的场合，其实我的出现是有问题的，但是并没有任何东西去禁止这个我的机器人、我的 VR、 我的这个各种各样视讯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确实达到了很多可能部长级之间的一种讨论等等。所以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说只要大家是进入一个比较没有办法实体互相伤害或互相消灭的情况，沟通仍然是可能的，而且你可以去比较，不去去想说，哎，他接下来会不会对你不利等等。但是这个东西是建立在什么呢？是建立在自动安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要确定说我连到那个虚拟教室的这条线，不会被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的居心不良的朋友们破坏，对，这样才有安全的空间嘛。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是说对资通安全的安心是上面的这个创造的开放的透明的基础，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花了非常多时间在不管是我们院自己的资通安全关键设施的资通安全，或者是培养新一波的资通安全的人才，因为我们体验到说在这个上面的这种协作，它必须要是底下的这个资通安全基础里面。那所以这件事我也觉得特别的重要。 OK， 好，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政务官哈，如果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话，是要透过申请，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嘛。那我们先不讲这一点，你个人有意愿？因为比如说数位经济或者是说数位科技，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全球化国际化的东西，所以到别的地方去观摩去看或者去学习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交流。你自己会想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吗？
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们把杭州的那整个教室建模了，也用360的就是镜头去拍了他整个东西。我戴上 VR， 我真的感受是你就是去的那边了，对、那跟你本人亲自去看各种不同的建设应该还是不一样吧？我觉得差不多耶，因为像我去马德里的时候，他们是做了一台机器人，上面也是360镜头，我也是带一个 VR， 然后呢就让那个机器人叫做 Galatia 走来走去跟人互动，互动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是有飞过去，没错。对。可是我的学生们呢，都觉得哎是同一个人，他不会觉得是说哎前半场是机器人，接下来是唐凤，他会觉得说是真的有一起在场的感觉，一起协作的感觉。只是我的身体可能从这个戏做的变成半坐的，但是其实是同一个灵魂啊、在交流。但是你触摸不到吗？还是可以的。啊，可以吗？在虚拟里面。当然可以啊，这个就叫体感、就是说、所谓体感科技的意思就是说你除了视觉跟听觉之外，那我在虚拟里面去摸你，那我自己、你也会感觉被我摸到吗？当然它需要相应的设备，但是当然是 OK， 但是不是每一种虚拟情境都会有这种体感吧？当然不是，就像我们现在看直播，大家看我也是二维的、就是说技术有技术的限制，是，但是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慢慢就可以到就是所谓的虚拟现实。 OK， 好，我们再跟一位这个数位的这个政委来谈话。当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比较未来的，我们希望就是说未来整个的科技的发展真的是会突飞猛进。那当然有很多人也关注这台湾这方面的发展，比如说像这一位哈 JKL台湾 TW， 他说考选部举办越来越多考试，连报名都无纸化，阅卷也是电脑阅卷嘛，哈，实际上现在很多考试都在电脑上直接考试嘛，那为什么报名费越来越贵？这不是很矛盾吗？应用了更多的科技 and 技术来办考试，结果成本不是越来越便宜，却越来越贵。他打了三个问号。这位是 JKLTW 问的，您的回答是？好，那如果你不评论，如果说你今天要去考试好了，你会不会认为说你都是全部给我无纸化了，然后报名费更贵？你如果以一个考生立场，你会不会觉得这不合理？还是你会有不同的观感？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引进无纸化作业的时候，像这一大片玻璃，它的体验确实不一定有纸那么好。你刚引进的时候，它也比一大叠纸来的贵。它变便宜是慢慢摊覆之后的事情。对。那它的体验呢？像这支笔已经跟就是铅笔感觉差不多了。是。但是这片玻璃真的感觉还没有纸那么好。所以我的要讲的是说，第一个，在我们数位化的时候，虽然有新的可能性，它也让人一部分人不习惯。对。第二部分是它节省下来的是节省时间。它是否节省钱呢？真的是每个个案不一样。但是对于这个个案来讲，我还是说隔壁院的事情，我们。OK， 好，那么这个我们还有几题这个戳戳乐哈，我觉得里面的这个题目也非常有趣哈。我们真的讲到必须要再换一个电池的地步吗？哈，各位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现在是晚上时间的10:55，没错吧？晚上10:55，我们现在呢，在线上的呢有超过1000位的这个网友同时在收看，这是在脸书的部分，然后同时还有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哈，还有朋友一起来收看哈。那很谢谢这个唐凤政委呢陪伴我们这么晚。那还有几题戳戳乐，那您可以继续回答嘛哈 ？OK 吧 ？OK， 好，来。因为他还在没有，他在换电池，你还是可以讲话 ，you know 。对，可以从你的麦收音，但是大家是说我一讲话就有杂音，然后有人在用耳机听， 所以这个对他们比较不好意思。OK， 好，那现在 OK 了吗？换完电池了，好，换完电池，好，你看，换完电池了，所以呢，我们这个马力又充足了，而且声音的品质应该比较好了。希望，请帮我监听一下 ，OK 吗？还可以吗？还不行，我的声音不会有问题吧？All right? 可能接下来就换你的电池哦、对对对，哎，为什么我的电池不用换呢？我一样也一直在对呀、啊啊，一样的时间呢、啊。好，那、我们现在回答了三题了，戳戳乐来，由你选、右边的，右边这一题吗？这个 ，All right， 这一题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哦、他说啊，网友问，有人说国家的希望在年轻的一代身上，那么前瞻基础建设8800亿，为什么在这个计划里面看不到对年轻人的投资？因为大部分的经费好像都是在轨道啊，在一些基础建设等等。其实即使是轨道能够用到的也是年轻人用到的年限比较多，是不是？
所以好像很难说它不是对年轻人的投资。不过我这边要讲的是说，我自己直接跟前瞻基础相关的，还是只有数位的部分了。是，我想说几件事，一个是说，所谓前瞻基础建设，前瞻是一个愿景嘛，我们有一些价值，对，像刚刚讲到说资安，或者是说数位的平权，或者是什么开放共同协作，那个是一些前瞻的愿景。对，可是呢，要达成这些软体或者是一些应用上的愿景，我们需要一些硬体的基础。所以说是为了达成这些前瞻的基础建设。那为什么是这样子讲呢？是因为其实毕竟这是特别预算，当时主计处给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只能编一次性资本门的东西进去，所有的补助的或者经常门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要回到公务预算里面来处理，因为毕竟这个就是把该做的事情硬体的部分建设好，让软体能够提早在上面运行，是这样一个想法。所以说很多朋友是问说，为什么里面没有这个比较是经常性的东西，那些其实在数位国家创新经济方案里面都有，我们是把数位国家里面的硬体基础的一些部分移过来，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就去想一套这个完全不同的新的东西，这个要先讲。然后另外要讲的是说，就是数位基础建设在校园里面，就是所谓年轻朋友的学习上面，我们花很多力气是在好比像说把人工智慧的必要性引入校园，然后把人工智慧所需要的大量的运算建立一个大家能够共用的运算的平台等等。但是我们也理解到，就是说特别是在校园的部分，现场的需求永远是比我们这边能够想象得到的多的，这个是事实。而且在教材教法上面也没有办法说硬体一进去马上教材教法就到位，就运用这些设备。但是我还是相信说，因为十二年国教新课纲里面数位融入教学的关系，这些硬体并不会摆在那边用不到，它还是可以融入教学的。OK， 好，那我们再来这个继续哈。好，那我来帮你戳好不好？这边 好，因为现在我们轮流嘛。对，我们可以在这个将近已经十一点了，还要一小时哈。你是说真的吗？是啊是啊，我从来不乱讲。OK， 好 OK， 还有一个小时。没有啦，你要喊停就喊停啊。OK，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因应人口老化。等一下，线上有一位我的朋友啊，王景宏，他说景宏是你的朋友哈。对，在那个前瞻数位基础建设计划里面 AI 是没有出现的哈。这个我要郑重澄清，他只要看第五分项里面有三个关于 AI 的东西，他只要在核定本里面找人工智慧就会看到。好，继续。这个问题是说，因应人口老化，生活上面需要数位与科技辅助，认为机器人在台湾长照领域的未来与可行性，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我很高兴这位朋友他讲的是机器人而不是人工智慧，因为机器人是会先进去，人工智慧才进去，人工智慧离完全成熟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些事情好比像说翻身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折棉被啊，这些工作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办法人工智慧自己做，但是你可以靠机器人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说有点像外骨骼，那你就是可能手的力气慢慢没有了，但是呢可以透过把自己变成像机器人那样的方式去还是做到，那是一个智慧型的辅具。那之前我去造访工研院的时候，甚至是就是完全半身不遂的朋友也可以用这样来走路，这是一个办法。对，另外一个办法是说有一些服务呢它真的需要比较大的力气，但目前呢都是就是人来帮人服务嘛，在未来呢它可能就是可以用人远端的透过 VR 操作一个机器人，它力气是很大的，但是呢你的判断还是人在做，可这个时候他人可能在别的城市里，他在帮另外一个城市的人服务，但是他服务是他的机器人分身，这个东西他会先实现，比起这个机器人能够自己开自己会先实现，所以确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OK， 好，当然台湾的这个长照哈，这个也是非常受到关注了，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吧，其实全世界大概都是这样子，那未来老人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对于长照的关注，而且它其中自动化的部分，比如说引进机器人来解决人力的这个部分哈，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因为照顾病人久了，其实以人性来讲的话实际上非常辛苦的，那如果有机器人可以代劳，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对不对？好，再来这个刚才也换了我的，刚才也换我的电池了，对嘛，这样比较公平点。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我的电池，我的电池比较好吗，还是怎样？OK， 好，在这边再来 ，OK，
你通常是几点睡觉？我这样子访问你，访问到了已经两个多，所以我们就是访问完之后，我回去刚好睡。哦，啊、你呢？我可能比你稍微再更晚一点点。啊、那这样子，那这样所以我们两个都没问题了。但是而且我发现很多网友都是夜猫子啊，现在才进来，你 看。然后如果网友们要去睡，真的可以去睡了，因为明天来这个录影还在。对对对，没错，还是可以看录影的哈。您目前的工作与理念在台湾执行起来遭遇过哪些困难？会不会觉得只靠政府不够，必须要教育大众建立观念？所有人应该更多配合与付出，让台湾的数位发展推动比较顺利吗？哎，这是一个很正面的提问。对，很正面的提问。对，我相信是这样，就是说，最大我的理念，因为我的理念大家都知道，是希望有一天政府不用再命令。希望所有政府的功能都是能够靠民间来完成，那这是所谓的 anarchy 的这个理念。那这个理念，对，那当然这个理念不可能，我也觉得说我这一辈子可能看不到它完全实行，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只要多一点点把权力还给公民社会，还给大家，我觉得就是往这个多走一步，每走一步我都觉得很珍贵。好，这是先把理念讲在前面。那所以说呢，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还是会有一种好像政府最懂的这样子一个幻觉。但是呢，我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就是这个国家的频宽呢，我们在政府里面做决策的这个频宽，我一进来之后就觉得说确实是应该要扩充。好比像说我们在讨论很多案子的时候还是用纸本的简报在讨论，那我们在外面在企业甚至在公民社会其实早就是用互动的模型了，早就是用完全数位的方法来讨论，那甚至更工程性更高一点的甚至都已经是在 VR 里面围着一个什么虚拟的建模讨论。那这些工作呢确实在各部会其实他们常常已经推动下去了，就是部会决策的流程的数位化，反而是在院，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工作环境里面确实还是以纸本为主，这是事实。那但是从我进来之后，虽然碰到这个困难，也因为我就是每个礼拜真的有两天不愿意在院里上班，慢慢这个工作有开始电子化。那当然呢，院里面资讯处的朋友呢，也不是因为我入阁，他们本来就看到这个需求，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个阶段的数位政府就会把在各个部会散在不同地方的电子决策系统试着把它融合起来，然后做到更有效率的决策。那另外一个困难是说，只要是给我纸本的资料，我很难那么快透明的分享给大家，我还要扫描，还要文字辨识，还要等等。那而且如果在上面是用手写了一些意见啊什么东西，目前这样子其实机器是不太容易变成结构化的资料的。所以随着我们把我们的行政的流程越来越数位化，也就表示更多的部分可以透明，可以公开，然后未来可以让大家参与。但是现在呢，确实这个作业环境或作业系统还没有升级，这个是真正的困难，这确实是这样。那所以说我觉得民间的朋友们呢，因为在民间创新比较容易，对，可能是在社区大厦管理委员会的层级创新都比较容易，大家试一些新的系统，试一些新的决策方法，主要是试一个新的文化。这样子当我们想到人民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参雄啊，讨论事情的文化。你也会讲台语吗？对啊，嘿啊，对，我阿妈鹿港人，我小时候是先讲台语，所以你用台语接受访问，我那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哦，这样搞，气话吗？气话嘛，也是会塞啊，我用台语嘛是会通啊。对啊，不过我们当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这个理解了哈。好，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请教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直谈到现在哈，这个两个多钟头的这个时间里面，感觉上我们对于科技的发展、数位的平台，或者是说一种未来可能这个 AI 的产生哈，这个机器人代替了很多的劳力，都是持一种哦哟趋势就是如此啊，然后好像都是比较正面的看待它。但是这一路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作为一个从小就是电脑天才的你，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就是说科技的进展这么的快速，它也给了人类某一些的可能是缺点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我们人跟人之间可能有很多虚拟的东西，我们不再那么的迫切觉得需要面对面啊，因为透过眼神或者是肢体的接触去达成某一些沟通，那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资讯的判断真伪提高了我们的这个困难度哈，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真的是会被操弄啊，因为都是科技嘛，谁晓得它是真是假呢？这些负面的东西，从你一个数位政委来看，你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这个东西它从
数字或者文字发明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就是说我们不再能够完全只靠第一手的经验或者共同的情感、嗯、而是要靠一些抽象的，而这个抽象呢它可能是失去真实性的东西。这个从古希腊或者是古老的每一个文明谈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省了一些力气，对，但是也让人跟人之间呢变得比较虚，它比较这个不真诚。那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要说的是说有几个，一个是说大家在用数位工具的时候可能是把它想成是工具。什么是工具？就是完成工作所需的器具。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工作要做，然后再去挑数位工具帮你把工作做完，对，你就不会因为这个工具看起来能够做这些事情而被这些事情所操纵。但是如果反过来是说，哎，你碰到了一个工具，但是呢你觉得说，哎，他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他给你做看什么你就相信什么等等的话、就是说批判思考的能力如果被工具所取代、觉得说批判思考价值选择这个可以外包给工具、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危机吧、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作为自己的这个价值判断批判思考这些东西外包给某个演算法、外包给某些数位工具。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人跟人之间真诚的交流或共感就几乎不可能嘛、因为我的个人助理告诉我不要相信你，所以我跟你讨论一下这个、可能一见面对你就有印象刻板印象，可是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之前在开放社群工作的时候，即使是住得再远的朋友还是会尽可能面对面至少先工作一段时间，彼此都在脑里留下对方的印象，之后看对方写的东西看对方记录下来这些文字才不会偏掉、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它是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够扩散、以及能够在更多人好像现在看直播达到我们之间这个互相理解的这个状况、之后又能够 input、又能够来告诉我们说，哎，他们想要听什么，也就是说它是我们面对面的这个辅佐、不是说我们两个以后就打电话就好了、不是这样子、是 OK 好，那我来接这个戳戳乐的最后一个题目哈、因为呢我们这个夜已深了哈，我们真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呢要做一个结束了哈、虽然我真的感觉是意犹未尽，不过我相信以后还有机会，希望唐凤这个政委呢还能够上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因为台湾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对他有非常多的期待、那我觉得沟通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而且是用比较正面的态度去沟通，我想应该还是一件蛮好的事情、那就是大家尽量轻松，然后、我们用欣赏对方的角度，你可以不同意他、可是我听听看你讲什么倒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不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就是透过网络的平台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好，那我这边还有这边，哎，下面这一排你都没有选呢、对啊，中间的吧，今天好，中间好，好，啊，台湾的小吃你想爱吃什么会？拢会应该呀，我想一想，油饭呐、油饭。油饭台语你不会讲啊、不会，要怎么讲？油崩啊！油崩哈！哎呀，油崩你都不会讲啊？那请问没有用台语听过这两个字？哎，有吧？我讲的应该是对的吧？对，油崩跟我捞把崩啊，哎，捞把崩啊，对不对？好，然后最有名的小吃是什么？台湾最有名的小吃，你讲五个好了。台湾最有名的小吃要我讲五个？台湾的小吃大概几百种啊？没有，因为我必须要 declare 一下，我要宣告一下，因为、因为我其实十几岁开始，我尽量不吃脊椎动物，所以说不吃脊椎动物。对对对对，这是为什么要分脊椎动物？大部分有名的小吃都有脊椎吗？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脊椎。对，我为什么要分脊椎动物？因为对、臭豆腐嘛，臭豆腐是可以吃的。臭豆腐无脊椎动物，对啊，卤豆干啊、这些都是可以吃。所以你是素食者也不是？也不是，因为是可以吃，好比像说蛤蟆，就是蛤蜊，蛤蜊是鱼就是有脊椎了嘛，鱼有脊椎，所以鱼都不行，鱼肉都不行了，对对对对，蛤蟆是可以的。对对对，那线上这位朋友这个透抽呢，这个是也是可以的。属于软骨的，它没有脊椎，所以也是可以吃的。哇、好特别哦！好，那你还没想出来，不管你吃不吃，台湾的有名的小吃，你还没讲。刚刚讲的素的讲了几个了嘛？啊、臭豆腐嘛，臭豆腐嘛，还有呢？然后可能刚刚讲了一些卤味啊，豆干啊，豆干啊，这个、海带啊，还有呢？然后一些其实鹅啊煎啊，鹅啊煎你可以吃吧？鹅啊煎是无脊椎嘛？对，是吧？对对。OK，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吃油饭，油饭其实也可以做素的。油饭当然可以啊，对啊，绝对是可以的，确实 是可以的。OK， 对，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脊椎动物为什么都忘了叫什么题目了？是因为脊椎动物是有意识的，大概2012年左右、科学大概可以肯定说，他们不但有意识，而且可以感觉到痛苦。天哪，你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也怎么办呢？就是尽可能不要造成痛苦。哦，好的啊，但是因为您还在吃嘛，我就是说，是说这个吃的不要比需要的多就可以了。我现在都没有吃，我今天晚餐都还没吃。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也没有要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对对对，我也没有要这个。Okay, 好，尊重。OK， 好。对对对。然后这一题刚才就是说，这一题我们刚才其实有问过了，就是说，整个非常发达的物流啊，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电子支付，那台湾是不是更应该要急起直追啊？你刚才也回答过这问题了。过了，那物流它需要的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时间长。其实如果是要用自动或半自动驾驶来做物流的话，那这个实验场域不管是法规还是它的这个实际的地方都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也是亚洲连接矽谷非常在意的一个部分，我们是有在做。好哈 OK 好，最后可不可以请你唱一首台湾歌呢，让我轻松的下班好吗？哇，这个，你会唱吗？还是随便 any song？ 台语歌吗？都可以，你国语歌、西洋歌都可以，西洋歌也可以，都可以啊。哦，因为我们好像没听唐凤唱过歌吧。对, 对, 对，只有听过 rap 嘛，对不对？对呀，啊，那来一首歌嘛。好，好，大家真的给坚持到最后的网友一点 bonus， right？ 好好好好，来一点 bonus， OK。这首歌有点长。好，是什么歌啊 ？OK， 刚刚你在问我，就是最近翻译嘛？翻译我确实是翻译了 Leonard Cohen 的一首诗，但是它也是一首歌，对，它叫 Come Healing， 就是来治愈。对，那我就稍微唱一下。那但是是英文的吗？还是你要唱成中文？我可以唱我的中文翻译。好，那这应该是还没有人唱过。OK， 第一首的，而且是这个唐凤政委他自己翻译的，还译者自唱。OK， 好，太好了。好 ，Come Healing。对，那他如果要看歌词的话，在 Audrey.nu 有歌词。好 ，Audrey.nu 有歌词。好。牵起这残破，来给我戴上。你从来不敢承诺的誓言的芬芳，你背负的荆棘留下的十字，来呀治愈身体，来治愈神志，就让上天听闻忏悔的声势，来呀治愈灵魂，来治愈四肢，慈悲的门廊随处可见，你我都配不上残酷或恩典，渴望的骨气里爱被禁止，来呀治愈身体，来治愈神志，看黑暗去浮潜，它撕裂了光，来呀治愈理念，来治愈感伤，纷乱灰尘遮着完整的爱，下界的心绞着上苍破碎的心，让天空震颤，大地扬声，来呀治愈圣坛，来治愈生命，枝桠的渴望将嫩芽提拔，动脉的渴望将血液净化，就让上天听闻忏悔的声势，来呀治愈灵魂，来治愈四肢，哦，就让上天听闻忏悔的声势，来呀治愈灵魂，来治愈四肢。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翻的这首歌，听起来其实它有点宗教味哈，治愈身体哈，治愈四肢啊哈。那你唱这样的歌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觉得非常的疗愈，疗愈的。OK。有没有亲和力比较高的台语歌？没有，到这里了，到这里了。OK。网友一片已经说要睡了，是收工曲，听完就要睡了。All right. 好，今天真的很高兴，也非常谢谢唐凤政委哈，在这样的深夜里面跟我们这个天南地北的谈了很多。那我们也谈了很多比较严肃的议题，他个人的政务的这个他做的事情，然后也聊了一些生活的、人生的、教育的很多的啊。你对于今天的访问，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非常疗愈，非常疗愈。对， okay， 而且我也很高兴，就是还有971位网友哈、陪我们到这么晚。对，那大家睡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没有一定要硬撑到午夜嘛。所以对，这凡事适可而止就好。是，感谢大家。OK， 谢谢。不过 anyway， 我觉得以后还有机会，或者是有更专门的议题，我们可以锁定某一个议题。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锁定一个议题，虽然它可能有点 boring， 就是有点无趣。可是它确实可以激荡出一些更深刻的火花，就是我们也在尝试不同的访谈的一种方式了哈。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变化很快的世界。那我觉得我们愿意多多听听别人的，然后自己也尝试去做一些不同的，或许也是一件很值得去执行的事情。那我今天特别谢谢唐凤政委，那我要谢谢我们的转播我们的团队哈 ，Lifehouse.in 是不是？我要特别帮他们讲一下，因为本来我们就一个小时，大家都撑到了两个多小时，但是这不要太紧张哈，非常谢谢大家，那也谢谢各位网友，还有谢谢我们的 camera 桑哈，真的也帮我们这么久了哈，他已经快要睡着了。对，真的很感谢工作人员，真的感谢大家，谢谢也谢谢各位网友哈，在这样的深夜里面，我们有了一次非常特殊的交流的机会。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沈中华关键秀，我们同一时间再会了。谢谢你，谢谢你。OK， 晚上一定会睡得非常好。没问题谢谢。谢谢大家，拜拜。好，也谢谢紫薇了哈，陪你到这么晚。真的是。他